Good job.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星期六晚嘅直播。系啦，啊，又一个星期啦，系啦，咁啊，老规矩啦，先试下啲声先啦。星期六晚，大家好，好高兴呢、这个稍为咧冻咗少少嘅天气，我可以着翻呢件。今日又热翻啲，运动衫同系啊，不过又热翻啲，今日热咗，日头廿几度，唔理啦，我照着长袖，因为我好期待着呢件嘢同大家进步。哦，呢件嘢大家都好熟悉噶喎，应该即系如果 follow 咗我哋新潮文一段时间嘅，都熟悉噶啦。每年冬天都会见到。嗱，想同嗱嗱，而家试下咪之前同大家讲几句啦。本来咧，我哋即系呢个世界各大嘅牌子咧，都有出啊中国国旗嘅运动衫嘅，啊，我啊草草埋埋噶啦，我好期待，唔系我自己一个人着，系同大家一齐可以光明正大咁喺啊铜锣湾尖沙咀人群闹市里边着中国旗嘅运动衫嚟到周围步行，同埋入食肆饮食，系会俾人哋赞赏同埋欣赏，系唔会受到人哋啊冷眼对待，应该系嗰啲不肖子。嗰啲咁嘅政治偏頗人士、崇洋媚外分子，佢哋啊鬼鼠先至啱嘅，系啦。咁我哋嚟紧啊试完麦啦，应该个个都正常， okay. 就讲下啲话题先啦。嗱，今日啲话题咧就好多下，都唔知讲唔讲得晒咧。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主题啦，即系暂时嘅主题咧，应该话系系啦，就系、是、呢、這个中国嘅防病政策睇嚟咧会发生转变啦。越嚟越多嘅信號，我哋可以睇到啊！尤其咧，陣間有一個一定要講嘅信號，因為呢個咧由習主席親自講嘅。雖然佢唔係咧向全國嘅人民講，但係咧依個信號都相當明顯噶啦。我相信如果對中國大陸有認識嘅話咧，都會知道啊，應該走唔甩啦。今次係啦，咁亦都有人話到咧，可能係嚟緊嘅春節前後啊，唔知前定後啦，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嘅，係啦，咁啊留翻陣間再講。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啦，而家啲白紙黨啊可以出現咯，點解啊？嗱，佢哋啊興乜都嚟講下噶嘛，如果唔講其他現象唔公平喎，現在嚟講咧都賴下咁啦。加州蘋果旗艦店啊俾人洗劫喎，嗱呢樣嘢咧點都要出嚟講下啦啩，仲有好多啊歐美嘅新聞咧。因為他們辦緊年貨嘛，十二月就是鬼佬過年啊嘛，即係依個年貨年貨年貨檔啊嘛，喂，梗係要關注一下呢啲事件啊嘛，你做咩唔白紙舉嚟關注一下呢啲嘢啊？係咪先？喂，喺同一時間佢哋咁白紙嗰刻，世界上發生咁多事，仲要單單都咁大單，點解唔去講一下？我哋今日就梗係講下呢單嘢啦，要幫佢咧喺啲白紙度寫翻啲咧，係啊。即係年貨辦年貨係需要免費嘅，係啊，免費嘅年貨係冇罪咁樣啦，咁先係自由。係啦，咁先係自由咁樣噶嘛。咁另外仲有咧，依、這個德國咧繼荷蘭之後咧就拒絕到啊，跟隨美國禁售呢個華為啊、中興啊等等嘅中企電子設備喎。依、這個係第二個跳出嚟咧，擺到明話唔會跟美國政策行嘅國家喎。嗯。咁我哋陣間講下依單嘢啦，跟住咧仲有依個啊公民黨啊，啊即係嗰個嚇律師黨啦，以前嗰個黃律師黨啦，就可能會解散咯喎嚟緊，因為咧而家咧就要換屆，但係咧就一個人都冇報名參加，做咩事咁蛇龜啊？其實就唔係嘅，人生唔係更加精彩嘅咩？係啊，應該咁講啦，嗱正應該咁講係留翻陣間講，係啦，呢其實咧。不要看他表面好像很慘、而只不過呢好像我們近來看到的新聞一樣，現在玩東西不流擺明玩的了，即是立了牌頭地玩成藝人都拉到你了，現在人全部轉了地下的嘛、還是以前這樣擺明有個黨在那裡玩，需要了、不需要這樣的了，但是現在那些玩法還致命，即是這樣說，是的，還普及和致命，那可以呢就一定要慢慢來去訴說，是的，為大家解釋。跟著呢還有一件事呢、啊、這件事就是呢那個又是那件啊，那件美國領事啊，那件美國駐港澳領事啊，是的，又在這裡兩送飯，是的，兩送飯，今天呢又有些媒體報導他呢就說學廣東話，用廣東話拍片啊、
跟住咧滲透添啊，話係啦，話咩學咗兩個月又成咧，跟住又咩食油炸鬼，你見唔見到啦？我縮低個頭啦。屌佢自己抌落個油鑊嗰度，咪油炸鬼咯。係咯，嗱呢個人咧，我真係唔知點講啦。總之我唔理咩媒體啦，總之有人再幫佢宣傳嘅話咧，嗰、那個人咧好明顯啊，係一個助力嚟噶啦。嗯，唔理咩媒體都好啦，總之你點解要幫呢個人宣傳呢？仲要不斷咁講，係啦，真係你可以敘述，你話佢為咗搞呢個親民路線咧，就喺度做呢啲嘢，咁咪平鋪直敍咁講。其實幫佢宣傳啊，而家等同嗰啲媒體講添，係啊，即係唔係我意思話咧？哦，你報道有條咁啊，有唔知做咩咪得嘅？你即係成日就喺度加埋曬啲咩好親民啊，好生鬼啊，又話咧佢貼地啊。又話咧，衰到貼地係啦，咁咧呢啲咪宣傳咯，唔同噶嘛，係啊，唔同角度啊，係啊，係啊，咁我哋陣間再講下呢單嘢啦，跟住咧仲有啊，會介紹一個新嘅無人機喎。嗱，呢個無人機咧好先進嘅，大家未見過。出得上岸唔出住？點解？出咗就知道個結局噶啦。係啦，係啦，咁啊唔好出住啦，因為咧呢個係嚟自於印度嘅最新型生物無需燃料嘅反無人機。最新裝置，哇！哇，聽個名字都架勢啦，咁長，係啊，係咪好長啊個名字？嗱，呢樣嘢咧，我話俾你聽，全世界獨有嘅。不過我都好有興趣等睇喎。係啊，陣間咧，我就會將佢咁先進呢個印度最新嘅科技嚟揭露俾大家睇，包保大家一定估唔到係咩嚟嘅。嗯，大家而家可以估下先啦。即係括弧先進嗰只啦，唔好當真啊。係啦，咁啊，仲有咧，我哋。在平時節目裏面咧講唔曬嘅呢個啊，江澤民大戰呢、這個啊第一代黑記呢、這個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當年嘅華萊士應該咧，其實佢個風格咧嗱，即係利君亞啲前輩啦，應該咁講係嘛？老祖宗啊，老祖宗係即係佢嗰隻風格啊，佢嗰隻質問風格啊，係啦，就係、是。呢啲就感染咗嗰啲所謂嘅 simple naive 嗰啲人啦。係啊，係啦，即係其實係就係話阿江澤民當時就話連華萊士都應付到，何況你啊咁樣咁嘅意思啫嘛。咁我當咁咧呢個咧就我哋想講好耐嘅，因為平時節目時間有限啊，啊觀眾嘅投訴喂好長喎呢啲節目，嗯啊，所以咧我哋留翻直播講，希望咧今日講得曬咁多嘢啦嚇。咁、好啦，我哋先嚟講第一單先啦。第一單講咩？唔係喎，當年今日啊，第一仲有當年今日係啊。喂，當年今日咧，我啊想講一講呢個溥儀喎。嗯。嗱，溥儀咧就係1908年12月2日繼位嘅，即係登基啦。嗯。咁佢人生有三次登基，呢次咧係佢第一基，唔係第一登。第一登，第一登，第一登，即係拜登。咁啊，登基嗰陣時咧，第二日咧就係呢個12月3日啦。咁就係大赦天下，嗱呢度啊好矛盾嘅，大赦天下，不過咧就唯獨是佢自己咧就冇赦到嘅喎，佢自己即係佢自己身陷呢個險惡，就係一生咧就因為今次登基咧第一次登基而痛苦大半生嘅，係。咁我想類比一個人嘅，諗起呢度就用阿溥儀嘅前半生嚟類比咧英國嘅嗰、那個而家嘅嗰個英皇啊。阿威爾士啊，嗯，啊，咁英皇咧，佢都係同阿溥儀有著，即係個命運上面有少少相同，大家都係帝王之家。咁不過咧，有啲唔同嘅就係溥儀咧，好早就已經做咗皇帝，3岁。佢調翻轉啦，佢咧，我就係三最尾嗰三年，唔係三，佢做咗幾次，先做到皇帝。但係咧，有一個相同嘅地方，就係大家嘅人生裡面咧，都係大部分時間係。好屈屈不得志嗱，唔好以為皇帝呼風喚雨啊，乜都有喎。係阿溥儀3岁登基，登基嘅時候我諗啊，3岁嘅一個細蚊，嗰陣時邊有思想噶，邊會思考到嘢噶？啱啱先學講嘢啊，係啦，一定啊，未必學得識啊，即係可能識講馬阿媽阿馬，佢哋叫娃娃語啊，講嗰啲叫阿馬嘅，唔係叫阿媽，係啲滿人，係阿馬咁樣啊嘛。咁嗰陣時咧，就係呢個光緒帝就離去啦。咁離去嘅時候，咁阿慈禧老佛爺都離去喎。阿老佛爺離去之前咧，就陰點咗咧，話要溥儀呢個細蚊就繼位啦。
啊，三歲咁好好控制啊嘛，可以。咁繼位之後咧，俾個朵佢，即係俾個嗰個名號佢嘅，就叫做孫統嚇。咁啊繼咗位之後啦，咁啊大赦天下啦。好啦，嗰陣時咧，三歲到三年之後六歲發生咩事咧？1911年辛亥革命，咁啊推翻滿清王朝啦。咁推翻滿清王朝，其實當其時推翻咗呢個滿清嘅時候咧，溥儀嘅生活上面啊，唔會話有好大嘅缺失嘅。佢都好幸福噶，可以講到可以住喺呢個紫禁城嗱。如今咧，北京嘅樓價咧就好貴嘅，二環之內咧擁有房子嘅人咧都算叫有錢噶，據聞即係都係生活過得去啊咁樣嘅。咁但係溥儀咧就身處呢個紫禁城，即係而家現代嚟講咧就故宮啦。哇，咁大個面積俾佢，入面嗰啲太監宮女啊仍然留翻喺度噶喎，啊留翻喺度服侍啊溥儀噶喎。仲要係乜嘢咧？嗰陣時其實咧，國家就百廢待興，即係俾外國列強就禁咗咁多年，係嘛？打壓咗咁多年，咁咧換轉個新嘅環境嘅時候，就好想去到即係有個新時代啦，去到擺脱一啲舊時代嘅嘢啦、封建嘅嘢啦。咁當然我哋就知道，即係唔係咁容易噶。到我哋新中國成立咗之後咧，先至要真真正正擺脱到咧嗰個封建時代嘅風氣噶好多。咁嗰陣時咧，阿溥儀喺呢個紫禁城裏面啊，你知唔知佢嗰個使費咧係大得驚人嘅？每年啊，民國時期嘅政府啊，係俾幾多錢佢嘅生活啊？几多啊？每一年啊，俾400万银元啊！400万银元嗰个单位，嗰个量词单位叫银元，即系400万乘银价。如果换算做现金嘅购买力嘅话咧，十几廿亿。哇！哇！一年有十几廿亿去到使钱、啊，系嘛？咁你应该都衣食无忧噶啦。我以为。我以為有些人卸了任之後還霸住個最貴的 office 就冇天理啫，原來佢都仲冇天理喎，仲霸住個皇宮添喎，佢係。咁其實佢嗰陣時咧，到佢宣布下詔書啊，就話啊我唔做皇帝啊，咁樣變咗其實都唔係變翻個普通人噶，仍然咧就擁有好多皇帝嘅待遇啊。啊咁另外就係咧，佢好多嘢都不由自主噶。哦，即係皇帝做翻普通人就係做咗皇人啦。係啦，做啊！咁其實佢嗰陣時咧受嘅教育亦都好好噶，揾咗個名師咧就教佢啊，教啲西方嘅知識啊，咁啊教佢講外語啊，仲喺紫禁城裏面咧學埋踩呢個單車添，係、學埋踩單車添。但其實咧，溥儀都有個嗰個反叛嘅一面嘅，佢好想衝出呢一個紫禁城呢、這個範圍啊！呢個温室，呢個好大嘅温室，就嚟到喺呢個世界度見識下嘅，但係唔俾嘅。嗰陣時啲太監啊嗰啲阻止佢啊，唔俾嘅。咁後來其實咧，所以我話到阿溥儀佢第二次登基咧，就已經去到嗰個將軍復辟噶啦。咁其後啊，當然啦，溥儀又俾阿馮玉祥啊講出去呢個紫禁城啦，話阿馮玉祥啲將領話：哦，你再唔走咧，我就揾炮嚟轟你到你走，轟你啊，啊轟到你走為止啊，限定咗一個時間啊。咁啊，溥儀啊驚到啊，梗係要走啦，自己又冇兵又冇剩啊。咁啊走咗之後咧，去咗天津嘅，去咗天津咧開始咧就俾呢個日本人去到馬住咗佢啦。咁馬住咗佢嘅時候，因為有一個即係好想去復辟個皇室嗰個夢想啊，都仲係好想做翻皇帝，因為佢自從佢自己有嗰個意識以嚟啦，佢就係一個皇帝嚟噶嘛。即係喺佢心目中，就算佢退咗位，哦變咗滿清啊覆亡咗啦，佢仍然係享受住嗰個皇帝嘅待遇嘅。咁其實呢一度咧，佢係冇解脱過嘅，又同阿查理斯好相似嘅。個查理斯都係一出世就係皇族家庭裏面啊，皇儲喎、啊，好威喎、啊，但係唔知幾時繼到位嚇，咁佢就唔知幾時可以解脱到啦。咁啊，溥儀，咁到後來其實有一個咧好悲傷嘅日子，大家都應該會知嘅就係918事變啦。咁918事變咧就係我哋東北三省俾日本仔去到關東軍去到攻陷咗啊嘛，係開始侵我哋嘅東北啊嘛。咁侵咗東北之後咧，其實日本人佢哋個思想咧喺當其時嚟講咧，佢搞傀儡係好先進嘅，佢哋嘅思想。所以佢想揾個名目。啊，既然阿溥儀就好似好想做翻皇帝，咁我哋又需要咧
啊，日本人喺度諗啊，哦，我哋日本人有需要以華制華，啊，以中國人嚟到管治中國人，咁樣我哋喺背後就控制住呢個扯線公仔，即係溥儀呢個扯線公仔啦。咁樣我哋咧就唔會即係俾嗰啲人民啊冇咁易嚟到反啊咁樣嘅。咁啊揾咗阿溥儀過去，就阿溥儀係第三次登基啦，就做咗呢個偽滿洲國嘅皇帝啦。咁當其時阿溥儀喺呢個偽滿洲國入面咧，其實佢周圍都係嗰啲關東軍，唔係話佢想點就點樣，甚至乎佢老婆啊拉咗入去呢個精神病院啊，佢自己咧想去睇都冇得睇嘅，因為嗰陣時咧。佢有其中一個老婆，佢邊個老婆啊？咁多個老婆，佢有一個叫做婉容，另外一個叫做唔知乜嘢嘅。咁另外嗰個老婆咧，佢係學咗一啲西方文化，咁佢係接觸，佢覺得好先進嘅、那個西方社會。咁跟住咧就覺得，唉唔得喎，一夫兩妻，我頂唔順喎，咁樣。無福消受，係無福消受喎。但係其實阿溥儀已經係對比起以往，即係我哋中國歷史上面嘅皇帝一樣咗菜㗎啦。經已好冇面㗎啦。經已好冇面㗎啦。幾妻？係啊，得兩個。仲要嗰陣時阿溥儀細個嘅時候咧，喺個紫禁城裏面啊，因為佢好多錢使啊嘛。咁就算冇即係冇咗皇帝嗰、那個。實權呢仍然有嗰個身份的時候和待遇的時候呢，其實身邊的宮女對她很慘的，即是她是覺得很慘的，那些宮女是這樣糟質她的，玩她，是玩她的，玩到她身體機能呢某方面即是不是一個完整的男人那麼上下的、哦、這樣是、就是、玩到她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啊、所以她呢後來都是即是兩個可能她都吃不消的了、啊、所以阿溥儀她的即是這一段前半生呢是非常之悲慘，同埋信埋呢個日本人嗰下死啊嘛！啊，後來日本人佢幾時係開始節節敗退嘅咧？喺東北上喺東北嗰方面，咁就係呢個蘇聯開始宣戰啊嘛！即係二戰打到尾聲噶啦，四五年蘇聯開始宣戰嘅時候，咁紅軍就大舉咧就攻合呢、這個關東軍。咁嗰陣時阿溥儀想走嘅，啊日本方面咧亦都同阿溥儀講啦，唔使驚阿溥儀，我引你啊！啊、有啲咩事嘅話咧，你又搭飛機、啊、你首先你搭去嗰個撫順先，咁到時我哋咧日本人再揾飛機接你去我哋日本。咁阿溥儀就梗係心諗，喂，我去日本點都好過留翻喺中國啦，因為做咗呢個偽滿洲國咧，同人民作對作咗咁多年係嘛，咁難免會失敗嘅時候俾人捉住咧，就唔知道會有啲咩下場啊嘛。係啊，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是、蘇聯紅軍嗰、那個。速度實在太快了，他未來得及呢，即跟得上日本仔的進度，或者日本仔根本就不想說接走他啦，即自己都即無暇照顧自己，因為當時日本仔都是節節敗退的嘛、啊、二戰打到最尾的時候，所以那時候呢、溥儀就被這個紅軍俘虜了，俘虜了之後呢就帶了他去蘇聯那裡做戰俘的，但嗰陣時佢喺嗰邊嘅待遇亦都唔係話太差嘅，因為你話曬都叫做我係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啊嘛，咁所以後來咧就放翻佢翻嚟我係中國，我係放翻我係中國嘅時候咧，佢都曾經即係入過一段時間咧去嗰啲勞改營啊，咁喺嗰個時候咧，阿溥儀嘅下半身就開始咧有所轉變啦，佢轉變嘅係乜嘢咧？佢入到勞改營嗰度，跟住再。後來特赦啦，特赦佢出翻嚟嘅時候，佢做翻個普通人，做翻個普通人嘅時候咧，佢先至真真正正享受到啊嗰個平民嘅快樂。有啲選民證俾大家睇啊，54歲先做平民喎。係啊，都佢都幾辛苦噶。咁其實做平民好啲。佢可能心諗啊，如果佢認識阿查理斯嘅話咧，佢會想同阿查理斯調轉噶。查理斯70歲先做皇帝，你係咁老先至做皇帝，你係有排玩啦，玩到咁老先至做皇帝。我啊唔同，我3歲做皇帝啦。當中嗰個辛苦咧、啊、可能阿查理斯啊。啊、當他們時空交錯啦、啊、溥儀勸不是那麼過癮的、嗯、查理斯就說、啊、你現在說得風涼話多啦，你說風涼話啦、啊、溥儀，現在我未做皇帝喎，你這樣說啦、嗯、即可能不聽勸啊。還有一件事呢，溥儀都我自己覺得啦，那件事來說呢都是值得認同的，就是溥儀曾經即做戰俘的時候就上過軍事法庭，上到軍事法庭的時候他就怒氣沖沖，就一五一十咁樣咧數曬日本仔嘅罪行出嚟，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值得認同嘅，因為佢係都係講緊
日本仔的衰嘢啊嘛，啊好大膽咁樣講出日本仔的衰嘢啊嘛。咁其實我哋睇住溥儀佢嘅呢個過程啦，其實成世都喺度做緊扯線公仔。你諗下啦，你享受榮華富貴會俾到你咩快樂啊？係俾唔到你快樂，因為你個人生根本就不由自主啊！嗱，我哋再將溥儀，我哋而家唔去同阿查理斯連埋一齊講啦。我哋同其他快女連埋一齊講，阿蔡蔡子咁樣啦，台山嗰邊啦。其實蔡蔡子咪只係另一個溥儀，即係不過個年代轉咗，唔係用嗰種方式去到控制呢個快女，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到控制呢個快女。咁呢一個快女嗱，而家就等於咧，好似晚清末年嘅時候咁樣啦。嗱，未來你肯定咧就冇路走噶啦。阿蔡蔡子，如果做你繼續做西方嘅快女，係冇路走噶。咁到你後來，如果我哋講真啦，解放軍真係即係唉搞掂埋台省嘅時候，你走得去邊咧？啊，以前啊，就算阿溥儀咁親日，嗱、啊、做扯線公仔做到可以攞手指功啦，係嘛？偽滿洲國咁嗰陣時，日本仔自己衰起上嚟嘅時候，都照顧唔到溥儀。咁你諗下啦，蔡蔡子。當你有一天喂，我哋君臨城下，即解放軍啊，君臨城下嘅時候，你走唔甩入美國嗰方面，會唔會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嚟到幫你脫險啊？唔會噶，咁最終會點樣咧？蔡蔡子就會變成戰犯啊，變成個雕像啦，而家依個雕像咁啦，係階下囚啊，會變成階下囚。咁到時咧。有一個選擇位，按照溥儀呢個故事嘅話咧，可以俾到蔡蔡子去睇翻。嗱，如果到其時係咁樣嘅時候咧，佢仲有一線生機嘅，我覺得阿蔡蔡子佢可以咧學阿溥儀一樣啊，上到法庭嘅時候一五一十將外國即係點樣控制佢嘅嘢，自己咧喺度講一次，將嗰個真實內容咧講翻出嚟，咁都可能會有一線生機可以俾到佢啊服完役之後咧有個改過自身嘅機會嘅。啊！但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我諗佢會下場會慘過溥儀好多。溥儀都話可以最後解脱到，真係好似當初佢登基嘅時候，第二日就話大赦天下。到佢真係到到佢五六十歲啦，到時嗰、那個時候咧，自己先至俾人突赦，即係嗰個心情咧，我諗蔡蔡子係領略唔到嘅。啊！咁其實溥儀仲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佢嗰個。在位嘅時候啊，個年號叫宣統啊嘛，正正就係我哋呢個年代咧，就好需要宣統，宣係係啊，宣揚統一嘅好處。咩嘢？宣統要速統添啊，快啲速統啊，快啲統啊，和統又好，武統又好，速統不嬲都有噶啦，呢個就快啲統，咁咧就我哋中國咧就可以快啲實現我哋嘅即係國家完整統一啦，係啊。最緊要就係踢走曬啲飯桶。好，冇錯。咁啊，我哋讲到嚟呢度啦。当年今日，咁啊，而家嚟第一单新闻先啦，热下身先，先讲嗰、那个香港嘢好唔好啊？讲下呢个公民党解散先啦，即系大壮党系啦，嚟紧可能会解散啦，未解散啊，先更正一下先，系啦，所有香港嘅一次我讲晒喺呢度，咁啊，如题啦。而家咧冇人報名喎，你換屆嘅時間冇人肯做嗰啲主席啊，什麼什麼位置啊，真係如果邊個嫌命長咪做咯。喂，呢啲風口位嚟喎，真係。係啊，呢啲叫咩啊？呢啲叫持牌人啊，我哋叫做係啊，冇人去做呢個持牌人嘅啊，因為咧就好似你啊，有啲咩事事上嚟咧，就揾個持牌人。第一個拉先。係啦。咁 啊，圖片裏邊結咁多人，除咗梁家傑子之外，啲係咪個個都唔正噶啦？好似呢個咧，我哋叫搞清楚先啦。公民黨全名咧係公民黨有限公司啊！嗱，呢度佢講噶，會將公民黨有限公司清盤嘅，係啊，嚟緊。咁嘅時間咧，我哋就想講，其實咧，佢大家都估到佢會清噶啦，即係冇噶啦，呢、這個黨都。但係唔係代表咧咁樣呢班人玩完啦？其實佢哋咧而家咧係轉曬個形式啫，只不過係咁。因為之前咧，我哋可能睇得太多新聞，又話哎呀嗰啲搞事組織啊，接下一個接下一個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可以將佢上網咁睇翻啦，或者係捉啲再接觸到人嘅途徑睇翻咧，其實呢班人係翻翻嚟噶，就冇變過嘅。如果唔係點會連日嚟啊？有人啊，係咁
做埋啲鬼鼠行為啊，影響國際嘅體育項目啊，播咗啲毒歌。係啦，咁啊，大家都知啦，今日嗰個 T 字手勢嘛，就首次用啦。你話呢班人係咩人咧？講真，我哋都唔清楚。即係呢班人太潛藏啦，實在同埋好密集喎、啊，而家真係同埋個勢力好大啊！即係佢哋可以喺外國咧嚟到去韓國又玩，杜拜又玩，喂，下次又唔知邊度玩喎、啊，嗰、那個勢力好勁。咁所以咧，其實呢班潛藏玩嘢人士咧，之前對上一年啊，都呃咗我哋唔少正常人㗎。即係意思就係話咧，好多正常人都覺得個社會就平復咗啦，或者係咧某啲官員啊，或者是、一些甚至議員啊，都以為是喂他們應該走曬噶啦，冇事噶啦。咁尤其上次嗰單黑伊朗事件啦、啊，打羽毛球嗰次啊，嗰次因為咧奧運啊嘛，咁我哋香港嘅奧運代表隊嗱喺個政府嘅角度撐，梗係一定啦，即、就、係、是、我哋都撐啊。但係我哋係唔撐啲玩嘢嘅人噶嘛。咁、但係可能佢哋官方嗰邊咧唔會好似我哋。轉咁個腦筋咁靈活啊！咁加上咧，可能個政策頒咗嚟，梗係要無限支持噶啦。再加上一樣嘢，就係、是、個黑伊朗咧，有機會會攞到牌。係啦，某啲人士咧就想即係舉杯啊！呢啲叫做係啦。咁啊，好多嘢加埋咧，當時咧即係都唔怕坦白啲講啦，就係、是、咧都你哋唔好提呢啲啦，好冇啊！即係好多人會有嗰個咁樣嘅講法嘅，就講到我哋太敏感。就如同如今啊，鄧局長指出白色的紙咧，就係啊顏色煽動初期咧，亦都有議員走出嚟話：你太敏感啦，咁樣就話人哋係顏色動亂套路。嗰某兩位議員有個角色嘅，其實我知係啊，就係、是、要好壓突同埋好為反而反係啊，收啦收啦 order 係啊，應該係啦係啦，即係做嗰啲咧。即係代替呢個走咗嘅攬炒派嘅嗰個角色，但我覺得咁唔啱噶嘛。嗰兩位議員如果知道自己收咗 order 要平衡聲音一回事，你講完之後，你會影響到一啲傾向社會希望平平穩穩嘅人。其實我簡單啲講咧，唔使為咗平衡，唔使做所謂做平衡聲音噶啦。喂，大佬，而家人哋嗰邊一邊倒，你估我哋依邊好多人啊？要平衡是我哋，系我哋要平衡啊，唔系佢哋要平衡。系啊，我哋真的不是赢晒，搞错咗真系。各行各业各个系统，大把黄人在度搞紧事。系啊，即系你话喺议会嗰度可能系，梗系我哋赢晒啦。但系喺民间层面唔系啊嘛，大佬喺平民层面。好简单啫，你而家试下搞个活动出嚟，吹人出嚟，睇下边个人多啦。系啊，咁啊，除非话一起去。同呢個江主席鞠個躬，咁梗係一定我哋人多啦，係咪先？係先。咁啊唔同嘅。咁啊，我哋繼續講啦。呢個公民黨解散嘅時候咧，呢個咧，前到公民黨嘅，即係所以話係創黨成員啦嚇。咁阿 Tom 渣咧就話好可惜，係啦。啊，喺度刷存在感啊，系啦，嗱，我哋冇话边个啊，相都唔好摆佢啦。嗯，汤渣好笑嘅，最近亦都好多出位言论。系啦，我哋剩下，我而家上面讲埋啦，趁呢个时间。咁咧，因为之前咧，黎智英嗰单嘢啊，即系呢个 Team Owen 咧就可以被批准代表佢出赛噶嘛，我哋叫出赛啦。高院俾佢代表佢话特别 case 可以出赛。系啦，咁咧入境處嗰邊啊，應該入境處啦，係嘛？入境處嗰邊咧就唔批 visa 俾佢嚟喎。因為佢冇全業執業資格。係啦。咁咧，而家咧阿 Tom 渣點講啊 ？Tom 渣就話咧：，喂，入境處好似冇尊重法院嘅權威喎，嚟到咁樣講喎。喂，但係仲有個問題喎，就算係尊唔尊重法院嘅權威嗰 part 唔談啦。阿 Tim Owen 嚟香港，如果執業嘅第一堂上庭嘅時候，我哋香港應該可以用呢個黑工名義拉佢咯。唔係嘅，因為點解咧？除非咧要人大釋咗法，人大一釋法講明國安法呢樣嘢唔係 special case， 唔用外國律師嚟到參考意見，咁咧就可以咧。就可以黑工名義拉佢啦。唔係因為佢係攞旅遊簽證入境噶嘛，好似佢唔俾係咩旅遊簽證？唔係工作簽證，工作簽證。嗱，我哋講埋先啦。佢有三個工作簽證啊，佢。咁而家咧，喂，咁樣講又冇話尊唔尊重噶喎，因為咧嗰個入境處啊，佢有
佢係同你成日講三權分立噶嘛，係咪先啊？喂，你法院有法院判，行政有行政自己做嘢嘅方法嘅啫，係咪先啊？我哋香港有幾招行政嘢可以 kick 佢啊？即係唔好講到咁挑引性先啦，我哋係啦。調翻轉，法院有冇尊重行政先？係啦，啱啦。我哋個觀點就係咁樣，即係意思就係話咧。喂，大家互相尊重啫喎。湯渣似乎講到咧，法院講嘅嘢咧就大曬啦，係啦，即係大係凌駕一切嘅，凌駕一切啊，直頭係。阿梁愛詩咯咁講啊，唔知啲法律界啲人係好中意捍衞自己嗰、那個那個 authority 先嘅喎，唔考慮國家安全優先嘅喎，好似。嗱，所以呢個就係一直以嚟個弊病，嗰個弊病啦，即係已經係根深蒂固咗啊！呢、這個亦都係咧英國佬。話俾你聽，係把口話俾你聽嘅幻象嘅幻象，其實佢哋自己國家都唔係咁行嘅，梗唔係啦，根本完全都唔係。今年都有佢一個國安法嚟到去強行踢走我哋嗰啲咁嘅中資機構，仲有追索期喎，追索到幾遠都得嘅喎。係啊，亦都係咁講啦，或者美國咁樣睇啦，佢可能喺某個政府層面當係中級嗰啲層面，可能法院去推翻佢，或者咧。幾年才整一劑呢，懶係呢，好似哇發現推翻咗啊呢個拜登嘅決定，當係咁樣先啦，做樣俾你睇嘅咋，你睇慢慢周就知啦。係啊，如果呢你真係呢當一本天書睇到老，或者嗰啲即係當人哋表面嗰套係真嘅話呢，咁冇嘢好講啦，我哋就。不過一樣嘢係真嘅，國安層面嘅嘢呢點都係大過呢啲所謂嘅普通法啦嘅規管狀況嘅，呢個咧就真係要搞清楚。喂，人哋美國有憲法、行政命令、總統命令、國安行政命令，嗱呢啲咁嘅嘢嚟到去兜噶嘛？我而家數都數到三四樣出嚟啦。嗯，冇錯。咁嘅時間咧，就真係好明顯。嗱，有一樣嘢咧需要改革嘅，就係咧唔係。普通的地方法院，我哋即講真的地方法院嚟嘅啫，香港係地方岩係啊，就代表大曬噶嘛。依、這個只不過是英國佬特登灌輸俾你嚟激我哋回歸之後的意識嚟。其實真的要搞翻嗰啲白虎巡案啊，啲地方官啊。你唔見嗰時有法院，即、就、係、是、我哋而高等法院啦，嗰時係嘛？話上訴書物院咁樣噶嘛，係嘛？又唔見嗰個年代啊。他會推翻英國政府的決定，你有沒有見過啊？我們那時候的法院推翻英國政府的決定，或者推翻港督的決定，你有沒有見過？會被政治部消失他的喎。嗯，是你真的沒有見過，啱唔啱先啊？唔知係咪戴得假髮多人會戴懵咗？喂，仲好笑啊！唔知咧係邊個佢嗰啲 fans 咧走嚟同我哋講咧？人哋食鹽多，你食米啦，學咩人批評佢啊？咁樣嗰啲，跟住有第二個 fans 留言話：，哇，咁樣會審規，即係咁講啊！咁我想同嗰條友講咧，係啊，英女王夠食鹽多，你食米啦，係啊，你即係咁，你攞年齡嚟講冇得講嘅，係咪先啊？即係如果你講年齡嘅話，係咪啊？唔怪之得啊！咁以事論事啫，以事論事啫，係咪？你要講論點噶嘛，所以。唔預先警告啦，總之有呢啲咁嘅言不及義啊，或者作出呢啲咁嘅無謂嘢講嘢嘅人咧，我哋係會 delete 佢嘅。或者唔係對件事講咯，係咯，即係喺度有心引戰嘅人咧，就 delete 啦，以免影響留言版嘅質素啊，影響大家睇片嘅心情。係啦，咁我哋講到嚟呢個湯渣公民黨，仲有冇補充啊？要講下呢、這個。領事喎、啊，兩餸飯啦，開始阿兩餸飯喎、啊，唉，真係講起都唏噓。嗱、這個咁嘅駐港澳領事咧，計食完兩餸飯咧，上次話食三餸飯，點知今次三餸飯咧就係原來係白粥炒麵油炸鬼。嗯，咁就呢、這個 Greg May 啊，真係我都唔知講咩好啦。點解有啲媒體仲要以呢個稱讚嘅口吻嚟到報導佢？誒，今次係日月報。日月報係、啊日月報俾呢個保安局係點咗名，係啊，大混淆視聽嘅喎。係啊，我呢度就覺得有個即係好可疑嘅地方啦。嗱，點解一個鬼佬食我哋中國人嘅嘢要大肆宣揚，而我哋中國人食鬼佬嘢嘅時候，佢哋又唔大肆宣揚、啊？通街都係啦，係咯，先啊，通街都好
都同外國接軌嘅喎，你去嗰間 M 字頭嗰間快餐度睇下，個個同外國接軌㗎，又唔見你貼地。係啊，繼續。我諗咧，今後咧，我哋呢個正常陣營咧，要將油炸攰呢個起源咧改一改，唔係油炸攰啦，真真正正咧油炸鬼啦，就係以後咧就係食有嘢油炸呢個 Greg May。咁樣嗱，呢、這個鬼咧就真係真真正正好似。唔係，其實嗰個配方上面咧，仲可以有其他嘅配方嘅，因為而家油炸鬼佢嗰啲係麵條嚟噶嘛，應該。是其實咧，我哋應該將嗰啲麵條變成咧加入米漿，因為米國啊嘛，米國嘅鬼就攞嚟炸，咁啊攞啲米漿溝埋佢攞嚟炸咯，油炸米鬼。油炸。嗯。喂，咁啊仲有喎、啊。你諗呢啲啊特別靚啊！佢咧而家咧就係話到咧。呢、這個人咧就學廣東話，就話嚟到了解香港文化，跟住咧就話咧本身呢個人咧即係普通話好叻嘅，佢即係識普通話噶呢個人。咁、嗯、可能咧，如果唔係會調佢過嚟啦。係啦，即係調佢過嚟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就話到咧，哎呀，對於佢嚟講咧，學廣東話真係好難啊，即係學粵語啦，學即係幾難嘅。不過咧就中意啊，廣東話夠生鬼啊，但係咧。用了幾個月時間都只是學了少少啫，咁樣嚟到話到佢好勤力啊，好想融入咁樣啊。咁佢學咗啲乜嘢啊？唔知喎，咁啊真係，不過有人提議咧，話佢咧學呢、這個學嗰啲咁嘅五字經、三字經，跟住咧仲嗰個鬼啊，呢件鬼咧仲話啦，講出嚟都幾得意喎。咁五字經、三字經，我而家講緊啲莊言穢語，咁點解啊？喺篇新聞上面要強調、啊、要學呢個五字經、三字經就係邊啲人最中意講埋呢啲咁嘅莊言穢語啊？同埋邊個人最中意唔要文言文，唔要書面語，係要講廣東話，將廣東話嘅呢個口語寫埋落嚟咧？就係嗰啲玩嗰啲本土主義嗰啲想非法自立嗰啲咁嘅香港不肖子，咁佢就特登接觸呢班人，因為呢班人咧開口埋好多嘅莊言穢語。其實咧，嗱，唔正經嘢講完啦，講翻啲正經嘢先。本來咧喺呢個美國嗰邊咧，就無論國防啊、情報單位啊，甚至更加唔使講嘅經貿咧，都搞咗個一個專門嘅部門咧嚟到去專責對付呢個中國呢邊嘅。點解情報部門啊同埋國防要搞咧？佢哋已經冇人用啦。嗱，睇下喺中國而家搞煽動，冇人接替啦。搞煽動就是要推翻政權，要成立親美嘅政權，佢哋做唔到啦。香港呢邊亦都無人可用。本來咧，如果你內地嗰度一稍微有啲亂嘅時候，香港一接替、一接應嘅時候，即刻搞亂禁制，咁其實就可以令到中國內憂外患啊嘛。搞唔搞得起？搞唔起。跟住台省嗰邊又啱啱咧選完啦，係嘛？咁又搞唔起啊！即係我唔係話國民黨咧就一定係親我哋呢邊。唔係咁講，但係咧，起碼一時三刻咧，每鬼佬一禁制咧，台灣嗰邊即刻就四處遍地開花，絕對唔會。任何領事大使咧，都係情報單位嘅阿頭嚟嘅，情報同埋外交咧係一個明一個暗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呢條友嚟到咧，絕對係不懷好意，就係要嚟香港招兵買馬嘅，我哋搞事。係啊，嗱，而家咧即係等於佢哋培育一個新嘅人，呢、這個人咧就係、是。不會被人拉的喎，新的接頭人係啦，即係佢可以公開咁樣嚟到去宣傳，喺必要時係啦，就用佢嚟講嘢，即係代替咗嗰啲攬炒派議員咁樣啊，等同，因為佢係合法噶嘛，佢而家係做一個領事嘅身份嘅地位喺度。啊，唔知梁家傑有冇去俾佢召見過咧？應該冇，因為唔夠資格啫，可能識嘅可能係啦。下山啦，下山食涼瓜嘅時候再諗啦。我冇做過呢個 Greg May 嘅 profile， 我冇睇過佢嘅背景。佢如果睇嘅話咧，應該睇到好多啊。喂，佢係合乎呢個中情 A 局之前招攬過百萬年薪嘅。嗰啲人士嘅條件超過曬噶啦，係啊，元老級，即係所以佢起老級嚟噶啦，佢起碼都係嗰個級數啊，係啊，最少都，所以咧邊個媒體咧再喺度幫呢啲人助攻咧，都唔知係咪有份添。同埋邊個啊？如果想喺香港搞事，我咪拍阿 Greg May 門咯。不過其實係啦，即係個領事啊嘛，點解又唔講下澳洲，又唔講下英國，即係特別係全世界都冇呢啲人，係啊，好關注佢啊，係啊。
即係你調翻轉，同埋啲新聞係好無聊嘅，即係你睇下波，去食下嘢，嗯，係啊，去飲下茶咁樣，又有一單噶啦，係啊，去廁所未報嘅一單在，係好好貼地啊，去公廁咁樣啊，係啊，可能會噶，真係寫得出噶呢啲人，喂，咁要去，下次去捐咗去公廁，佢真係可能有人寫話佢好貼地又成，喂，咁要介紹佢去啲特別多呢個彩虹主義嘅公廁，又話冇草紙用，跟住就嚇咁樣解決。跟住话好贴地，可能攞碌竹解决，话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咁，或者佢系金手指咧，金手指啊，可能咧我哋撒啲鸡钱俾佢抹，系啊，咁啊够钱，搽咗行粉嘅，但系嗰啲鸡钱，喂拍孖钱啊，老板，做唔到节目佢你搞，所以 OK 好，继续继续，佢话我咪鬼咯，怕乜嘢，挂咩攞嚟啦，跟住就搽到你用手你。用雞錢我哋都不信呢啲嘢嘅，貼地嗰啲作嘅啫嘛。跟住攞嚟品完之後，行到冇曬法子，佢到時真係貼地啦。到時係啊，不過講笑啫呢啲。係啊，喂，搞到我唔知講咩。唔係講呢個人咁唔開心咧，我哋要咁搞笑下啲觀眾先開心，係咪啊？唔知個 schedule， 唔知個 schedule 點啊？嚇，好，跟住下一單，下一單未啊？可以。下一單呢，下一單。喂，下一單是什麼？你想不想講這個英國衰到貼地？好啊，講啊。哦，那個。是啊。是啊。要吃這個。要吃狗糧。要吃狗糧喎，現在真的慘喎。你講一下這個吧。是啊，這個呢，英國就大家知道啦，幾樣東西啦。能漲糧漲，40年一遇的通脹，當年就是這個戴翠爾夫人來解決的，今時今日呢，就神仙都難救，更何況是印度仔。在英國這個通脹問題呢，現在有人說就很多人呢就吃狗糧和貓糧呢作為平時的生活的這個補充這個肉類和蛋白質的需要。想告訴大家，在這個西方世界呢，真的有些窮人呢是會吃貓糧來去充飢的，但是當然呢這些就叫個別例子，媒體報道得出來呢就是真的有超級多人呢是這樣。咁係非常之情況非常之嚴峻，因為兩難局面，一個就係我到底取暖啦，定係要温飽。但係就算取暖同埋温飽咧，雙方都唔夠錢。更加唔使講咧，嗰啲其他嗰啲電器家具咧，唔使講，而家佢哋要點蠟燭嘅，好浪漫嘅嚇。而家英國咧變翻去呢個維多利亞呢個 Gothic 年代。但其實嗰、那個。寵物食品都唔平嘅喎，寵物係啊，你講得啱。嗱，寵物食品嗰個價錢同埋嗰個肉類嘅質素咧，有平有貴嘅。超級市場買嗰啲咧就特別平嘅，因為有一啲內臟啊，或者係一啲骨啊、頭頭尾尾嗰啲，其實係平嘅。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差嘅，即係食唔壞人嘅，係淡啲味咁啫。食餅乾啫嘛，不過睇落去就淒慘。下次領事可以諗諗喎，係啊，係咯，係啊。唔係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就飲五糧液，阿領事咧就飲九糧液，咁樣咯。啲網民話。你英國啲人咁而家食翻自己屬於自己嘅嘢食咪啱咯？你哋不嬲都做得美國只狗噶啦，咁啱，咁係咁樣係咯。同埋就亦都表示咗英國就狗吃狗咯，因為你自己都內鬥啦，你啲人自己都喺英國而家嘅情況啦，講下啲停工潮去到邊啦。美國有停工潮啦，英國都有。英國同美國其實面對緊同樣嘅情況，就係十二月你好玩唔好，你好玩唔玩唔好玩十二月。十二月咧就係鬼佬過年，相當於我哋嘅過年啦，春節。其實咧就十二月頭、十一月尾、十二月頭、十一月頭、十二月頭咧係要開始辦年貨噶啦，開始喺感恩節嗰時買啲嘢先啦。但係哇，咁要買啲咩啊？買 turkey 啦，即係大量嘅肉類啦 ，roast 火雞啦 ，roast beef 啦，燒牛肉啦，買火腿啦，大條火腿啦。唔驚喎，今年過年英國應該仲有好多流浪貓狗嘅喎。哦。即係哇哇好慘喎！唔係佢哋唔好講啲啊，我諗啊，咁咧呢個澱粉類嘅食品啊，即係佢哋要整好多批噶嘛，係就奶類製品咧就應該大概貴咗超過一成，肉類咧就兩三成。嗱呢個係最地道嗰個説法啦，唔係新聞嘅説法，新聞嗰個拉平咗啊嗰個 percentage 係。咁澱粉類啊嗰啲批啊嗰啲餅咧都貴咗5%。
咁其實咧就好多人咧都辦唔到年貨。英國咧就冇美國嗰個零元購咁好嘅，所以咧啊，不過當然啦，英國都有呢、這個粒嘢啊，搶嘢一定有嘅。咁但係冇得啊，大模私樣咁帶隊入去超級市場度掃貨，唔使錢咁走翻出嚟啊嘛。咁呢個美國先有噶嘛。所以其實英國咧亦都面對一個好慘嘅情況。但係咧，英國亦都同美國一樣咧，就係都有鐵路工人啊嚟到去停工，咁影響物流啦，影響運輸啦，影響啲人喺城市度翻返去自己嗰個家鄉嚟到過年咧。咁所以英國嘅情況咧係嚴峻嘅。當然啦，我哋唔會見到。香港的媒體大肆報道呢樣嘢嘅，其實睇鬼佬新聞咧，大家就會見到洗版式、洗版式嗰邊十二月啦，大家過唔到年啦，其實好慘啊！咪就係點解唔報呢啲嘢咧？淨係得好少篇幅係報呢啲啫嘛，係咯，輕輕賴過咯。嗰邊嗰啲新聞，人哋日日都講噶啦，係啊，又唔見啲白紙黨寫啲字幫你嚇、啊、反映下喎，係啊。白紙黨唔識睇英文新聞喎，唔係啊，即係咁講啊，佢哋咁關心，係啊，咁關心啲人啊，好關心到咧無微不至噶嘛，係咪先？喂，白紙黨又唔寫下呢啲喎。英國就今個十二月咧，就鐵路工人好似十一月玩得多，十二月就玩少啲，但係咧，就醫護界開始就接替嚟到去搞停工啦。美國就十二月咧，呢個鐵路運輸界咧就搞停工。咁咧就拜老頭咧，就用呢個好自由民主嘅方法啦。呢個自由民主嘅方法就係叫國會啊殺停佢哋，唔好俾佢哋停工。頒法例，要頒例，唔好俾佢哋停工。如果唔係一律咧，就以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同呢個問責。係啦，聯邦錦衣衛就揾你噶啦。係啊係啊。咁啊，嚟緊我哋都會報多啲咧，關於嗰邊嘅真實情況嘅。嗯。係啊，因為咧香港媒體又。好少報啦，第一啦，同埋第二，我哋都俾白紙黨感動咗啊嘛！而家我哋好關心佢哋噶，係啊。哦，廁紙都加價，原來係啊。嗱、哦，蛋奶類貴超過一成啦，係啦、啊。油就要限買啦，缺貨啦。我唔知廁紙都加價，即係所以咪要儲紙係喎咩咯？不如我哋買啲雞錢俾佢。係啊。好，咁啊，睇先。讲到讲埋印度个秘密武器，等等先，系嗰个阵间先讲，好，而家讲下一单先，下一单咩啊？下一单讲下美国咯，系啦，美国有呢个零元购，先讲起，咁咧就加利福尼亚州咧，已经呢个零元购唔止变成咗美国嘅呢个日常生活啦，亦都变成美国文化之一，生活态度，系生活态度lifestyle。啊！喂，呢、這個 OK 喎，呢、這個搞嗱，因為今次呢個咧喺蘋果嗰度粒嘅啲嘢，即係直頭係粒啦，唔係粒添啦。即咁，我就睇咗條片，條片就唔可以喺度放嘅。嗱、啊，條片咧就係佢哋顯示到咧，佢哋入咗去咧，好似普通人咁咧，但係只不過咧係對嗰啲叫做咩啊 display 嘅貨咧，大力啲咁掹甩佢，跟住就嗰啲展示品係啦，就唔係話好似大家見到咧嗰啲。嗰啲歡歌嗰啲咧就揸住把架撐，唔係咁樣嘅，好有氣勢咁又係，即係唔係嗰只，係好順手咁樣一牽羊扯甩咗嗰個，即係駁住嗰個卡電線噶嘛，你入過去啦，係啊，咁啊就放落自己個袋度，咁隔離嗰啲客咧，即係好多客喺度睇緊嘢噶嘛，好似就冇乜嘢嘅，俾張圖大家睇下，有人對住店員話咁樣好似唔係咁好喎，跟住店員話。你識乜嘢啊？係啊，你繼續買，你買啲大嘢，佢粒嘢，我就係想咁樣形容。你管人哋乜嘢？即係譬如我睇緊嘢，你喺隔離都攞緊㗎啦，我好似冇嘢咁㗎，即係直頭咧。你一揾嘢，跟住欺定神。先生有咩可以幫到你？我見慣咗㗎咯。係啦，係啊，真係就係咁樣啦。同埋呢班賊咧，其實佢哋係冇乜腦嘅。大家用過美國嗰啲嘢都會知道啦。而家呢個年代啊，如果你話用蘋果嘅任何產品，你都需要係有個帳户去到登入嘅。咁、你諗下啦，嗱嗰啲物品你喺蘋果嗰度攞，蘋果知唔知道呢部嘢嗰個身份證啊？絕對知道嘅。佢只要喺個 server 度撳個掣，你嗰個物品你就算攞咗，立咗翻去，得物無所用。得物無所用啊！你呢世都唔使指意用到啊！不過講真的一句，有腦就不是美國人啦。係啦，咁其實咧，即係都有
網民係講到呢一點，就係、是、關於佢哋攞咗都冇用啦，即、就、係、是、會鎖定咗，或者會揾到添啦，甚至乎如果賣俾嗰啲電子公司，拆佢哋拆咗佢 ，crack 咗得唔得噶？我又唔清楚、這個，係得嘅，有冇方法？係絕對有方法嘅，電腦鋪係咯，係絕對有方法嘅，即係都可以咁樣話到去誒，俾啲專業人士。即係括弧專業人士咧，嚟解破嘅。其實咧，要解破呢一樣嘢咧，都係麻煩少少。但係咧，你成部嗰、那個，我就以蘋果嘅手機為例啦。如果真係攞翻去攞係我哋中國嘅話咧，係有辦法咧。佢淨係嗰個底板啊，係會跟到佢個身份證嘅啫。佢其他 pass 咧，你換落其他機嗰度可以用嘅。嗯。即係其實你換個第二個底板落去咧，佢又可以變咗一部哦，係啊，即係都要換過個底板嘅。係啦，冇錯。喂，咁可能咧，頭先講到咧，依個人笠嘢嗰時咧，佢隔離嗰個人仲喺度，即係啲普通人喺度睇緊手機嘅啫嘛。咁會唔會咧，即係到佢睇緊嗰部手機嘅時間，咁嗰個人又想攞佢嗰部嘢噶嘛？跟住佢會禮貌咁問一聲：先生，你睇完未咧？或者點？有咩幫到？咁我睇完又點咧？因為冇，我想搶咗你嗰部嘢啫。哦。咁你要得講至得㗎，你唔講我點知你想搶嘅？嗱，俾埋你啦。我自己做私人仲有兩部手機，我俾埋你啦。係啦，或者咧，你咁慘，你可唔可以幫我搶埋放低門口啊？咁樣俾我攞啊！我睇中呢部嘢啊，阿大賊哥咁樣，亦都有可能。我轉頭經過門口擺低俾你。係啦，喂，咁而家咧，其實講真嗰句啊，呢啲冰山一角事件嚟啫。如果佢唔係話擺到明入去咧搶蘋果嘅專門店咧。就好少報道嚟香港嘅，啱啱先啊？所以咧，外國嗰邊發生嘅事咧，嗱，我哋一定要十分關注啊！因為美國新聞其實每日都有一大篇係講邊啲地方邊人笠緊啲乜嘢。其實咧，我覺得咧咁樣嘅，因為發生太多，所以啲人盲目咗啊！即係啲媒，即係譬如美國架餐案件啦，嚇又日日都有，又冧低幾件，有咩唔奇？不嬲都係咁噶啦，係咪先？即係所以咧盲目咗啊，跟住咧香港嗰啲媒體又唔報乜滯噶嘛，唔係大大鑊揞唔住嗰啲佢都唔報噶。所以如果我哋嗱，當我哋陣間都講啦，內地防病措施就會有嗰個轉變啊嘛。嗯、喂，諗下嗰啲咁嘅揸住白紙嗰啲友仔啊，而家係嘛？好關心人命啊嘛！嗯、新疆嗰邊烏魯木齊市啊，十個人離去，佢哋都大佬起曬控噶嘛。喂，又唔見佢關心下呢啲嘅喎，人哋美國一日走幾多件啊？係咯，呢啲因為一百個都唔止啦。因為私有炮，因為亂咁食藥，係啊，同埋呢個因為留低咗自己嘅細蚊喺架車度，都焗瓜㗎。係啊係啊係啊，啲真係唔係人嚟嘅，成班都真係。咁又唔見佢咁關心喎，啱啱先？所以我哋咧就要好似我哋關心啲，成日都報。我哋已經報少咗好多啦，講真的，係啊，太多啦，係啊，一日都幾單點報啊？喂，大佬，佢一日走咁多人，因為呢啲，你點報啊？啱啱先？所以咧都係要公平啲講嘅。如果要咁關心啦，既然大家都每年十幾萬啊，係啦。哎，唔好爆住嘛！我谂住揾一讲嘅，呢个系比较常识嘅。系啊，谂住系啊，好，咁我哋睇先，讲下一单，下一单主题未啊？差唔多啦，差唔多时间啦。系啦，而家十一点，系啦，差唔多讲主题先啦，系啊。讲到个主题咧，就系内地嘅防病政策咧，有机会嚟紧会大变啊！咁我想讲咧，嗱，呢个大变咧。其實咧，同嗰個所謂啲白紙人咧，冇乜關聯嘅，就唔好以為咧啊，因為佢哋嘈完啦，所以開放，其實根本就唔係成單新聞咧。其實原本喺開二十大之前啊，已經係咧話到會逐步放寬嗰個二十條噶啦嘛，二十條優化啊嘛。其實一早講，不過嗰時唔係新聞啦，即係啲人即係唔刺激噶嘛，啲新聞。有啲明智嘅人咧，亦都已經即係講咗點解？二十大嗰度關於呢個病情冇咗呢個動態清零四個字咯，咁樣咁即係表示都揭示到開始咧，其實就開始逐步咧，你逐步咁樣去優化同埋進程緊嘅。係啦，咁嘅時間咧，其實就一步一步咧開，即係叫做因為嗰個情況而改變嘅。咁好啦，到咗今日咧，
我哋睇到啲信號喎。嗱，首先咧就有內地嘅唔少媒體咧就有報啦，就話到咧，中國嘅科學團隊發現到咧 O 仔啊 ，O 仔有好多種噶嘛，其實，嗯，內地嗰種 O 仔咧就嗰個力度唔係好強嘅啫，即係令到人離去嗰個力度，即係渣啦，簡單啲講就係，即係唔夠出面嗰啲咁勁啦，我哋咁講啦，係。所以比呢個以前啊，即係2020年年頭嗰陣時候開始最初嗰時勁嘅咧，係即係我哋香港嗰期嗰啲勁嘅，即係嗰兩個國泰係啊服務完整嗰啲啊勁，係初版嚟嘅，初版啦，係啦。我講啲數字俾大家聽啦，佢哋咧就揾咗呢啲老鼠仔嚟到去做呢個試驗，咁做呢個試驗咧就以單位嚟到計嘅話咧，如果以呢個試驗劑的單位，以最初的版本呢25-50劑呢就可以令到一隻老鼠仔呢就走得㗎啦。咁但呢若然用而家呢個版本呢就起碼要2000劑或以上呢先可以令到佢走嘅。即係25-50同埋2000嚟到對比係爭好多倍。係啦，因為呢呢個病呢佢係越變越弱㗎，亦都係不斷咁變緊㗎嘛，仲係。而且亦都越傳越快。係啦，所以呢是不要以为大家都是 O 仔就一样是不同的，大家都明显见到的了。O 字头也不同啦，是啦。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呢是大自然给我们即生物界的一个 规矩来的，就是你传得快你的那个力量就弱，你的 exclusive 的话呢你的能力就会强，就越强。任何生物都是这样。哦，这样。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先。所以呢，第一個信號呢就是內地很多媒體呢都去報這個研究結果的，就是剛才我講的研究結果啦，差了20倍，是啦，差20倍。那第二個結果呢，即不是第二個點呢，即是第二個信號呢，就是內地的一些官員去講的，是不是哪位官員啊？首先呢就有國務院的副總理孫春蘭去到講啦，就係話到咧 ，O 仔明顯咧就係弱咗好多嘅，比起初版嚟講，咁所以咧亦都會就住呢個咁嘅研究嚟到去咧逐步去到咧優化防病政策。其實如果去到咁嘅級數嚟講咧，大家都 feel 到嗰、那個，都唔係氣話嚟㗎啦。係啦，都 feel 到嗰個意味係點樣㗎啦。其實我哋自己啦，身前問啲觀眾啦，大家都感受過呢樣嘢，咪就係平時比較重少少嘅頭暈身興咁咯。係啦，咁咧到依個孫春蘭都講埋咧，就非常明顯啦。咁仲有喎，我哋從唔同途徑聽翻嚟咋嚇。純粹聽翻嚟啫，就話到咧，好有可能啊，喺呢個春節前後，應該後多啲噶啦，就會咧解咁好多，甚至乎可能通得關添喎，分鐘，係啊，即係會開翻嗰個通關喎。嗱，我哋睇一個人講啦，呢個人咧就係入。本嘅駐華嘅一啲領事嘅人物啦，中國駐日本嘅大使，係啦，就呢個孔先生，係啦，佢大使，佢話咧有機會就係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咧，嚟緊嘅春節前後，春暖花開之時，即係春天嘅時候咧，就會放通關喎，直頭亦都係日本呢個櫻花季。係啊，我諗呢個考慮咧會配合埋我哋中國嘅嗰個節日啊，清明節啊，因為可能顧及到我哋即係如果唔通關嘅話，好多人咧佢冇得去盡孝子啊。咁孝道係非常之緊要噶嘛，我哋中國。咁你春節過後通咗關嘅時候，大家可以去到拜山啊嘛。係啦，佢就咁樣估啦。咁咧亦都有。呢、這個其他嘅人士咧，亦不謀同合，都係咁樣估。咁啊，最緊要嘅係咩咧？就係、是、習主席喺琴日啊，應該係咪琴日啊？係琴日啦，就同呢個啊嚟到我哋中國嘅
歐盟嘅嗰個咁嘅米歇爾咧，就話啦，嗱啲媒體咁講啦，就話咧習主席有同佢講過關於呢個中國嘅防病政策嘅。咁當然啦，嗰啲咁嘅外媒就吹到好大嘅，啲外媒咧一定會話：，米歇爾啊嚟到中國如有神助，就一嚟咧就質問到我哋中國嘅防病政策，你究竟放唔放？幾時開？俾個交代我哋歐盟咁樣噶嘛？啲外媒係報導到咁樣噶嘛？外媒就話咧，米歇爾好關心啊，中國而家啲人啊表達自己意見嘅渠道啊，做咩唔俾人俾？唔做咩唔俾人舉白紙咁樣嗰啲噶嘛？一定係咁講嘅佢啲外媒。嗱，其實我哋睇下呢幅相就可以見到咧個端倪啊！大家見唔見到習主席係企喺度冇喐過嘅喎？你睇下米歇爾係行緊過去同呢個習主席握手，咁邊個求緊邊個啊？睇緊呢個行為心理啊！唔係呢啲好簡單啫，唔使話行唔行為啦。即係你睇到呢個人係主動行過去，有求於即係我哋噶嘛？同埋睇下邊個表情就多過邊個，咁就睇下就主持嗰個品位就會睇得到啦。嗯。咁所以大家聽到嗰啲外媒話，米歇爾一嚟咧就質問我哋中國嗰啲就即係加鹽加醋嘅啫，好明顯就咁裡面講翻先，係啦，就係話到咧，習主席就有同呢個米歇爾咧歐盟嘅代表咧嚟到去講話咧，嚟緊亦都暗示到會放鬆嘅。不過咧，嗰啲外媒就吹得大啲，唔知係咪吹得大啲啦？佢哋成日咧就話。全面放鬆管控，我覺得唔係嘅，唔係逐步，係肯定唔係噶啦，肯定係逐步。咁你話放一半，其實都已經係爭好遠啦，係咪先啊？你話到完全冇嗰個措施，我真係唔信啦。例如你點都要戴翻個罩先啦，係嘛？呢啲外媒就特登講得誇張啲，咁然之後你做唔到嘅時候就話你咧呢個言而無信咁樣。其實全部咧由頭到尾都係佢哋自己作。其實佢好想我哋全面放鬆，梗係想啦。咁但係咧，我哋肯定係就算放鬆得嚟咧，都係有一定嗰個防病措施嘅。但係只不過同之前比咧，就爭好遠咁嘅意思啫。這個米歇爾咧都要啊話佢兩下，佢喺我哋中國上海嘅呢個進口博覽嗰度咧就錄咗條片，本來咧就係咧世界唔同嘅參展國家咧都嚟開幕致辭，咁佢人到片到啦，講埋啲什麼又係嗰啲人權問題啊，關注什麼新疆香港啊嗰啲咁嘅老套路廢話，成條片就俾我哋。上海的主辦方一剁剁咗佢落嚟，一剁剁佢啦，要喺度放狠話。如今咧就十二月就走過嚟啦。你發唔發嗰啲西方政客咧嚟之前一定要放狠話嘅？係啊，個個都係我講過噶啦，之前節目係咯，我哋之前講過。咁今次嚟到咧，其實實情咧就係我哋習主席教佢四樣嘢啊，就佢要坐喺度聽，我哋習主席咧就當佢訓話，就係首先你要對中國有正確嘅認知，對歷史有正確嘅認知，要管控啊，我哋。歷史的分歧和尊重兩國的歷史，管控分歧和尊重，無論歐洲、中國都有很深的文化底蘊，中歐要更加高水平地去全面合作，以及一起要辦好國際協調的角色。雖然這四點聽起來很行，但是其實我們中國就是亦都話同歐盟嗰邊講，係時間真係諗下戰略自主，要為自己好好打算下，唔好將自己嘅利益同呢個美國嘅利益嚟到掛鈎，係啦，係啊，就搭沉船，仲教佢一個四字詞，教佢四字詞就係、是、即城門失嚴就殃及池魚，係啦，就係叫佢哋細侄好自為之啊咁樣樣。嗱呢條友咧就唔理咁多噶啦，睇佢個樣子都即係對牛彈琴啊，同呢啲人講嘢。不過咧講都要講，因為咧要被傳媒記錄低我哋教訓佢噶嘛。要記錄咗。係啦，其實我哋已經係好低調噶啦，即係啲人成日話咧，即係尤其嗰啲顏色人士啦，成日話哎呀中國洗腦啊乜乜乜乜乜，其實我哋玩呢啲係好渣嘅。其實講真嗰句，即係中國嗰種咧就係咧。擺到明話俾你聽，講道理嘅同你，咁但係美國嗰啲咧，直頭你
妖言惑众，妖言惑众到你都作入晒啦。最紧要系生活上咧，呢度摄下，嗰度摄下，拍啲戏俾你睇啊，又即系总之全方位嘅，系啦。嗰啲咪真系叫渗透啦。又拍《变形金刚》啦，而家又有2023年又有一套啦，又系文宣嚟。系啦，即系美国啊，大佬拯救世界啊。即系好兴咧，喺个套戏个结尾咧就跌支美国旗出嚟咁样。我估佢今次《变形金刚》可能仲有新玩法。系啊，因为美国不嬲都唔妥我。中国啲电动车噶嘛，都唔知道会唔会喺新嘅变形金刚里面整个咧嗰啲反派角色系加入我哋中国嗰啲电动车添。喂，系有先见之明，啱啊，啱啊，不如我哋先整翻套变形金刚先啊，将佢哋嗰啲变做反派啦。唔系我哋第四集系中资嚟到去拍嘅，第四集系咪啊？系啊，但系就即系佢都系为咗商业考虑，但系就唔系咁好啦，做得系啦。嗱咁講啦，其實咧，佢哋嗰邊啊，你睇下嗰個白紙黨啊，嗰扎人啦，係咪先？即係佢一出咗嚟嘅時候咧，大家我哋都喺節目講過啦，鋪天蓋地式嘅嗰啲咁嘅外媒啊、台媒啊，好似風冚咁樣咧嚟到去報導，因為嗰幾日咧我哋做得好辛苦啲新聞，點解咁講？要抄資料講俾大家聽嘛，即係一撳咧就係佢哋嗰啲咁嘅新聞嚟嘅，你都睇唔到係我哋呢邊嗰啲人咧去講啊，佢哋好似撳掣咁樣咧，踏足2019年嗰時咁嘅，咁嘅時間咧嚟緊，我相信啊，面對住呢一啲老屈啊，或者係呢一啲咁嘅鋪天蓋地式咧，唔係話我哋。會就咁就算嘅，即係當然啦，依一刻咧，中國啊唔係好擅長玩呢啲嘢，唔興玩呢啲嘢咧，或者係你睇有啲人特別要拉平衡聲音，做得幾咁夾硬。但係嚟緊咧，肯定咧一樣嘢就係咧，隨住個國力嘅上升咧，我哋係會重視翻呢樣嘢嘅。大家明唔明咩意思啊？即係唔使講咁白啦。明啊，因為咧點解咧？呢樣嘢好緊要嘅，因為當人最基本衣食住行生活是照顧了之後就開始追求精神的境界，那我們中國因為剛剛發展國家嘛，雖然現在發展得很厲害，但是剛剛起步，上一代努力建設和照顧我們最基本的生活質素，我們是時間去到我們這一代是時間將提升到另一個 level， 提升到這個精神層面上面，而做到這件事我們香港人是絕對有這樣的能力去參與，以及为国家嚟到去先拔头筹，又系扬威海外，绝对做得到嘅。嗱咁讲咧，就系话到咧，应该自从呢单嘢啊，都睇得好清楚啦。我哋咧唔可以咧喺要用得着嘅时间冇兵喺手啊，唔可以系啦。咁因为呢单嘢咧，其实可以睇到咧，需要用嘅时间咧冇乜兵喺手啊，即系。養的兵不夠多在那個層面，不是說真實的打仗層面，這個文宣戰上面意識形態戰上面，還有呢內地現在就你都看到啦，那些舉白紙的多數都年紀比較輕的，看這個跳牆軟件，看 外媒的東西，所以呢看西片，如果接下來要應對他們或者我們新一代都走出來，這樣的時間呢在那個文宣嘅層面上面啊，內地咧會，我諗咧，相信咧，除咗真實嘅軍事嘅投資之外咧，喺呢啲領域上面咧，就會開始發起嚟到直追嘅，即係發力直追啊！唔係話永遠都唔玩呢啲，唔好搞錯，因為咧人性嚟噶嘛，呢個係，呢個係冇辦法避免嘅，即係就算你做100樣好嘢都好，對方只要係咁唱衰你或者點咧。你是很蝕底，大家都應該感受得到那個明白這一件事的，所以呢不是說不做，只不過是呢差不多時間到了，我們現在呢就來直追，不是說一世呢都會只是他們說我們不還口，或者我們不去括弧關心他們的，可能接下來呢就會有一些，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片頭就說呢，我們接下來會關心多一些他們，報多一些他們那些壞事，例如在蘋果那裡立東西，是時候要反擊的了，即不是一味就
守啦，守啦，系啦，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咁我都觉得啱嘅，你按部就班，就是、我哋嗰时要发展，就梗系发展一啲硬嘢，可以令到个国家系个话语权大先。系啦，即系要个底够厚。系啦，而家我哋个底咧差唔多啦。嗱，呢啲咁嘅人都要嚟，嚟到去吓。即係拜會拜會喺度求有所求啦。其實好醜嘅呢啲人，即係嚟之前咧又好狠話成咁，又覺得自己好似硬漢子。咁嚟到咪啊，要乖乖地過嚟握手，跟住傾啲大雕翻去，跟住慰勞下嗰啲嚇嗰啲咁嘅資本家。喂，可能過多兩三年之後咧，嗱今日咧我哋內地就冇，尤其冇官方啦嘅媒體咧就會揭露嗰啲衰嘢嘅。喂，可能過多兩三年後啊，呢條友一走啊！呢、這個米歇爾一走嘅時候就寫咗佢，就話咧鋪天蓋地咁寫啲啊，就踢爆佢咧呢個人咧，又喺度又矮又細啊嗰啲咁啊，唔係冇咁嘅可能噶。又貪小便宜，又要啊想攞多啲手信翻去。係啦，咁而家梗係唔講你住啦，係咪先？即係我哋而家咧就慢慢嚟到去到發展嘅，係啦，唔係唔重視呢個戰線，呢、這個戰線都好緊要嘅。佢嚟到拗乜嘢咧？你知？我哋中國一帶一路係講得出，已經行得超過人哋所知道噶啦嘛。佢歐洲嗰邊有個咩門戶計劃，要頂一帶一路嘅，仲喺度揼緊人心口都籌唔到期。係啊，咩六千億門戶計劃講嘅啫。你唔講我唔記得咗有呢個計劃。我哋主席好好噶啦，係啦，話咧你哋要搞門戶計劃咧，絕對可以同我哋一帶一路合作，我哋絕對願意協助同埋同你接軌嘅。喂，講真的，你估全世界唔知佢哋根本吹係乜都冇做咧？咁啊，講埋呢個嚟緊嘅策略先。嚟緊咧，應該咧喺接種呢個苗苗啊，係內地啊，講緊內地啊，咁咧就會加大翻咧，尤其係老年人，即係起碼咧就去到呢、這個。六十歲或者甚至乎八十歲以上，針對住嗰啲好偏遠地區嗰啲人咧，快啲幫佢咧打齊苗先、因為有啲即係走漏眼，因為大陸咁大，唔係尤其唔係城市嗰啲，我相信就打齊嗰啲齊㗎啦，嗰啲係啊，山區可能係啦，係啦，嗰啲麻煩啲，即係可能嚇、你嗰啲嚇鄉村地區啊，鄉村地方啊嗰啲。可能仲有，其實仲有好多咧，住喺好偏遠的地方嘅。又或者咁講，因為即係之前咧，我哋個防病措施做得好，所以鄉村地區就算佢即係冇打疫苗都冇事。嗱，咁而家要逐步開放放寬嘅話咧，咁呢啲確實係應該要打咗嘅。冇錯，係啦。咁同埋你都睇得出咧，我哋國家真係幫守護人民嘅生命啊，係真係咧。撐到最盡，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啊嘛！我哋個防病措施係，即係太好啊！太好嘅意思，即係真係好保護大家，保護到咧要受到俾人怪責嘅，都仲繼續撐落去喎，係咪先？即係咁講啊！即係其實咧，好老一輩嘅父母咯，嗰啲苦口婆心嗰啲，係啦，所以咧就呢、這個真係要大家好珍惜啦，係咪先啊？即係喂，你睇下美國嗰啲城啊！喂，有少少風吹草動，喂，啲人唔妥咯，快啲轉啦！但係唔係，啲人會離去喎，理鬼佢啊！最緊要啲票啫，誒唔好報嗰個數字咪得咯，冇人離去咯，咁你報咪得咯，即係佢哋個心思係諗呢啲嘢，我哋嘅心思就係諗點樣保護人民，係啊，係啊，就算俾人怪責都喂唔得喎，成喎未有數據喺手喎，咁都唔可以咩㗎，怪都冇用啦，但係而家。終於有數據嘅時候啦，慢慢嚟到放咯，所以大家就要睇清楚，即係中國同外國嘅分別。但係呢啲嘢咧，係算啦，都冇人報噶啦，呢啲正常媒體唔會報嘅。我哋講到嚟呢度咧，就希望咧嚟緊就順順利利啦，快啲幫嗰啲老年嘅住喺遠嘅地方嘅人咧打齊苗苗，咁樣睇下係咪三月到啦，嚟緊我估啦，我自己估三月零啦，就會有第一輪嘅，即係甚至乎去到通關嗰一隻嘅開放。第一輪嘅係咯，放即係個優化係啦，係啦。咁而家佢哋內地城市都優化緊㗎啦，即係我講喺個通關層面啫，優化就實優化啦。而家你眼睇到廣州都唔封啦，係啦，即係封單棟式嗰啲大廈啫嘛。系啊，唔会封区啦。咁好啦，我哋讲到嚟呢度啊，睇下到时点啦。
到時嗰個政策話唔定。而家到秘密武器咯喎，印度。係啦，到秘密武器，因為想講秘密武器好耐啦。等聽。喂，大家估下先，你估下今次嗰個秘密武器係會係啲乜嘢？生物嚟喎。係啦，我哋講一次啦，即係用咗最新嘅生物科技。因為驚有人記得咗，你今日要介紹嘅呢個武器係嚟自於邊度嘅？就嚟自於印度嘅最新型無需燃料、無添加、絕對環保嘅無人咩好咧？无人机加上呢个啊侦察装置系啦，犀利系啦，可以喺留言嗰度个名好长噶，系啦，呢个咧都系我睇到之后咧系一个唔通系乌蝇，好好惊吓，好惊吓啊！仲有反无人机嘅功能噶，呢个系哇，即系百家之大成啊！集百家之大成嘅，因为咧而家咧可能印度受咗呢、這个啊。我哋最近嗰個珠海航展影響啊，因為珠海航展咧展出嘅無人機咧數量咧係非常之多，多到嚇死人啊嘛！好多種款式啊，見到仲有好多功能啊嘛！咁印度喂點輸得俾你啊？嗱呢只嘢你冇啦啩？我哋即刻去翻幅圖先，係啦，呢、這個啊，就係、是、我哋所講到嘅最新版本無人機啦。呢只咪嗰只神雕？係啦，嗱大家見唔見到啊？佢頭上面安裝住一個裝置喎、啊。是不是这个瑞士研发的液晶体隐形嗱这个呢就是参考到呢我们无人机呢都嗱你试弹打无人机三只字找回幅图呢在无人机差不多我们中国架都是的啦 个底下面都有个那个镜头啦有个三轴镜头的是啦有个镜头啦其实那个就是集红外线或者这个探測裝置於一身的那個叫做、啊、突然間忘記了名字是什麼那些叫做即是探頭啦我們叫做嗱很明顯呢這隻老鷹呢那個頂、啊、不是這些無人機軍用那些、哦、軍用是 是啊軍用無人機就是呢拿那個頭頂的這塊東西呢來代替那個無人機下面那個呢光電探測裝置是啦記得那個名字那些光電探測裝置喂這樣搞法咁嗰啲西方嘅嗰啲道德人士咧，又唔插下佢印度話佢喂好揾啲動物嚟玩嘅，唔插噶印度做咩佢哋都唔插噶，印度買俄油佢都唔插噶。嗱呢、這個依家咧佢哋就話咧呢、這個係親親大自然嘛，可能佢哋可以調翻轉嚟講，但係當然啦，你亦都可以話咧逼動物勞動都得嘅。係啊，係啊。唔係，但係佢覺得佢做啱咗一樣嘢，喂做用呢啲咪冇碳排放咯。是啦但你又这样说他可以又拗回你我都没有出粮给这只鹰的那就不算逼他劳动咯是樣。是啊因为没有雇佣关系的嘛大家。他自雇啊。是啦他自雇的嘛。那好啦嗱这只鹰呢他还说到。这只鹰。他很犀利的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呢说到我们中国的无人机或者去参考回乌仔战场那边呢有些很。民用的無人機的嘛即好像我們之前有些、金門那裡、啊、無人機都是用民用無人機來去、啊、台省的士兵扔石頭的嘛他為了呢化解這個這麼尷尬的場面呢就說到呢用隻鷹去捉那些無人機就適合了即是用他那個爪、啊、捉住那個無人機哦，就變了鷹捉機仔就適合了所以就是反無人機了系啦，嗱，同埋我哋可以睇翻幅图喎。呢只鹰咧就系由到咧印度嘅军人去到亲自操控嘅喎。讲起上嚟，鹰咧系美国嘅动物象征。我觉得呢只同日本有关喎。吓、系咩鹰？嗱，你见到佢头上面后边有条藤咁样加咗条藤落去。我知你想讲呢、這个。讲啲啊，系啊，系啦。咁嘅时间咧，睇下先。你搵唔搵到个无人机个相？呢幅得唔得？是啊類似這樣啦是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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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你就擺上去啦他就那個裝置就代替那個來的喂那其實呢又不可以怪得曬他、啊、其實呢 用動物呢在軍事界來講呢都有很多先例的啦大家都知道的啦是不是那說呢你說如果隻鷹來到去捉這個民用級的無人機我覺得是掂的因為即是一物指一物這樣的是不是所以都得嘅。如果但系咧，佢话用到嚟做侦察啊，或者系嗰、那个叫做咩啊？侦察啦、啊，主要系咁啊，真系争啲。你谂下、啊，
嗰只鹰头顶上面嗰嚿嘢，其实咧就等同呢架无人机嗰个圆咕碌嗰个头啊，佢系想嚟到咁样代替佢啊。嗱，我唔知鹰咧有冇呢个侦察功能，即系咧佢见到一啲主人教佢嘅嘢，跟住有啲特别嘅反应，话翻俾主人听啊，嗰样嘢出现咗啦咁样。我知鸽就做得到嘅，系啊。喂，咁仲有呢只鹰咧，亦都有呢、這个啊。即係我哋成日講啦，察打一體嘅無人機既有偵察同埋有打擊能力噶嘛，咁唔係架架無人機都有噶。我想講有啲齋偵察嘅啫，但係呢只鷹又有啦喎，佢有監察功能之餘咧，仲有攻擊嘅功能。哇！但我想問下呢只鷹嘅服務時數又可以去幾耐咧？講埋嗰個攻擊功能先，係啦。咁咧據聞啊，呢只鷹咧可以啊喺必要到攻擊嘅情況底下咧。嚟到可能一日有一劑嘅勃勃擠嚟到去招呼嗰啲敵人，即係空投，係啦，仲保證啊係一擲即中嘅。嗱，大家唔好睇小佢啊！咪著一個屙好多嘅喎，係啊，可以一屙，你都知啦，一中起上嚟都幾瀨氣噶。哦，咁我知呢只鷹咧，仲可以佢唔出動嘅時候咧，收藏佢個基地喺邊度啊？喺邊咧？嗱，大家見到啦，有時啲印度人咧，佢會喺頭上面裝個鳥巢噶嘛。嗯。雀巢啊，嗱，嗰个就系嗰啲呢啲电子鹰嘅基地啦。可能收埋几只蛋添，佢个咩工厂嚟嘅？其实包厚啲啫嘛，嗰条围巾。嗱，现在呢架咁犀利嘅绝对环保式、无需燃料嘅无人机咧，据印度所讲啊，就将会咧喺呢个同我哋有呢个边界嘅纠纷嘅地方度，首先投入使用喎，居民啊，就嚟到啊克制我哋解放军嘅无人机。咁聽到嚟呢度嘅時間咧，真係睇下呢位印度嘅兵幾有氣勢，氣勢你睇下嗱，即係咧唔可以唔佩服啊！佢有依種咧自我催眠嘅能力。唔係最搞笑係咩咧？即係可能呢啲咁嘅科技啦，或者呢啲咁突破嘅技術，係可能啲兵自己諗噶嘛。夠膽死咧，佢個上級咧係批嗰下先抵死啊嘛。嗯，咁樣。但係印度人可能咧冇考慮到一個因素就我哋以前啊，宋朝啊、元朝嗰個年代啊，即古代啦、啊，已經有射雕英雄噶啦嘛，就出自中國噶嘛，出自中國啊，有國靖噶嘛。雖然而家國靖係教緊乒乓波，係咪嗰個李靖？李國靖，但係唔緊要啊，扮國靖嘅張智霖都仲喺度。係啊，即係好多人可以克制到呢只鷹嘅，可以噶。喂，其實我想講咧，我哋都有純鷹人嘅，即係純嗰啲鷹啊！我知道阿姐啊嘛，汪明荃啊嘛，唔係嗰啲，喺新疆嗰啲啊，喺新疆嗰度啊，係啦。喂，講識玩嘅。喂，講開開關啊，真係大佬要提一提喎。即係如果若然真係開到關咧，我哋就咩啦嘛，可以去新疆去翻旅行啊嘛，係啊，即係唔記得咗添啊，我唔記得咗。不是忘記了有這件事是久到的感覺上呢好像有排都未回得去這樣的意思、我小時候有個願望就是養隻鷹的但我知道鷹很難教的你要經常說你在香港這些不行的是咁啦，要經常蒙住佢隻眼睛，喂嘢食啊，訓練嗰陣時候先要開眼。但逢喺啲鷹都係即係難教少少嘅，烏鷹又係啊。講埋乾藤文先好，咁啊嚟到呢度咧，就我哋即刻趁有時間咧，我哋講埋呢個乾澤文大戰第一代黑機，第一代李君雅，係啦，或者係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嘅華萊士咧，呢個叫做係啦，第一代嘅李君雅始祖啦，我哋叫佢咁樣，大家易明啲啊嘛，係啦，嗱就係呢個人啦，嗱事實上呢個人咧已經係訪問過之前我哋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噶咯喎。呢、这個人啊，呢、这個華萊士啊，咁咧仲好似話到咧，阿江澤民第一次同佢見面咧，就喺1986年啊，好似係1986年嘅時候啊，咁我都即係 cap 咗好多圖啊，咁啊要開翻俾大家睇啦。嗱，呢個人咧真係好鬼針對啊！呢個1986年，呢、这個唔係，呢、这個係前少少，即係唔係年代已經係90年代到噶啦，係啦，好90年代。咁咧，首先大家咧就寒暄啦，系咪？一嚟到咧，阿華萊士就話：，喂，你記唔記得我哋好 friend 噶？我哋曾經咧就喺上海嗰度見過，因為當時阿江澤民喺上海度做市長噶嘛。書記啊。係啦，
市長跟住讀書嘅，讀書嘅，跟住咧佢就話啊記得咁樣，咁咧你以為佢同你好 friend 喎，跟住咧一嚟就話係喎，啲人咧就用相同嘅形容詞形容你同鄧小平啊，話你棉裏藏針喎，你點睇啊？嗱，你夠少女藏刀啦，一嚟就咁樣講嘢咯喎，即係你見唔見到佢嗰個針對性喺邊度？啊，當時咧江澤民咧就好醒目啊，就話嚇少女藏針。好喎、啊，少女藏針好嘢喎、啊，可能你唔夠了解中國文化啫。我諗心諗咧，嗰時就係諗暗串呢個人啦。對住你依種人，梗係少女藏針啦。即係嚟到講翻説話俾呢個華萊士聽啊！啊，喂，對住你依種人，梗係啊，你自己都少女藏針啦。一嚟就向我哋問，即係好似寒暄咁，點知一下一秒咧就李君雅啦嘛，已經即刻咁假嘅時間啊！梗係要咁樣嚟回擊你啦，咁咧佢又點講咧？後到尾咧，嗱你大家都知咧，江澤民咧就睇好多書嘅，即係詩詞歌賦都幾得噶嘛。如果大家有認識嘅話，有音樂天分。係啦，咁咧呢個華萊士咧就話係、哦，聽聞你睇過咧我哋一啲美國啊或者外國人嘅作品噶噃，咁呢個時間你可唔可以試下講翻啲演講出嚟？林肯啊，嗰個演講。咁咧佢就阿江澤民話係啊得啊，咁啊就要講啦。咁咧佢就講到咧就話，尤其有一句説話啊，呢度大家都睇到啦，係咪先啊？人人就生而平等。跟住阿江澤民咧就話，我特別記得依句説話嘅咁樣。咁啊華萊士即刻話咯，係咯，既然你記得，點解你係咁獨裁嘅？咁樣即刻整句咁嘅嘢俾我哋前主席要我哋接招啊！要我哋接招。咁啊，主席其實咧。真係都幾忍得㗎啦！其實呢個華萊士都唔識嘢嘅，意思就係話點解我哋主席對呢句説話咁記得啊？其實同共產黨嘅理念一樣啫嘛，為人民服務嚇。從、啊、我哋今日嗰個就係話到人類嘅命運共同體，人人都係平等一樣，唔係話特別掰你林肯講嗰啲嘢，只不過係你嗰啲你講過嗰段嘢嘅嗰個理念。和我們不謀而合，所以我們這麼記得而已，是不是？而不是說要跟你那個理念做，你搞錯了。他當然打蛇隨棍上，立即說是的，既然你都拜林肯，為什麼你不跟我們那麼民主，不跟我們那麼普世價值，即是不用回美國那一套。是的，那他就立即來了，我們就看到下一幅圖了。華萊士立即說了，是的，點解既然你咁拜林肯啊，你哋啊一黨專政啊，咁樣即刻咁樣講，係啦。咁咧，阿江澤民當時咧就話：其實咧你啊搞錯咗啦，我哋咧唔係一黨專政嘅、啊。其實我哋而家都知道啦，中國都好多個黨啊，只不過係一個黨嚟到去執政啫嘛，成日幫我哋嗰隻字轉咗佢。係啦，一黨嘅執政唔係一黨專政，我哋中國仲有你自己上維基都查到啦。是啊，中國有，不過你唔理屈咗先。係啦，唔理噶啦，佢哋嗰時嗱，由於嗰時年代遠久啲啦，咁所以其實呢種屈功咧都幾臭效嘅，係啊，因為好似睇翻上嚟咧，尤其有啲咁嘅顏色人士咧，特登將呢條片剪輯咗咧，變成佢哋個版本嘅，即係好似做到咧，係、哦、你睇江主席。招架唔住咯，即系俾人質問啊，冇嘢講啦，系啦。咁再加上就係想當年講真嗰句，嗰啲新聞媒體全部都係俾外國霸曬。你睇下呢個華萊士對下嗰個字幕，佢點寫啊？佢話假設如果中國有兩三個政黨，咁咪好咯。咁樣講，兩三個係啦，就係佢根本都唔知道，你明唔明啊？咁但係以嗰陣時嗰個網上可以睇翻嗰啲。搜殺不多的嘛，所以他都可以成功屈到你。英美都是一黨執政，你歐洲那邊呢就一個政府咧就三四五個黨一齊，咁就喺乜嘢都做唔到啦。外長、總統、總理喺度互拗啦。係啦，咁嘅時間咧，我哋當時江主席就話咧，其實每個國家有自己嘅制度嘅，你唔好成日咧覺得你嗰啲係巴 Q 幣就要硬套落嚟我哋度。就例如話，我哋有依個人民代表大會，你又知唔知道呢？嚇、啊，佢又唔知道嘅喎、啊，嚇、啊，終於佢又照屈咗你先。咁樣講，我哋睇下一幅圖啦。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咁樣講嘅。佢就話：
阿華即係阿江澤民得翻佢啊嘛，跟住阿華萊士就話：喂，你唔好淨係話我哋美國咧有兩個黨性喎嚇，其實唔係淨止話叫你哋中國學我哋美國，而係英國、德國、法國都係多黨制噶。啊、你不去學一下這些叫普世價值這樣說喎，即刻他的腦筋都轉得很快，這個華萊士。咁呢江澤民就話，即係即刻同返佢講啦，其實呢我諗你對呢個中國歷史唔係咁了解啦、啊、首先我哋呢唔係得一個黨，就好似我哋話齋有好多個黨係啦，亦都頭先嗰種對講法啦，而且就係話到呢你哋嗰種嘅選舉制度呢肯定唔啱我哋用，即係佢哋兩黨咁樣拗嚟拗去，又冇乜生產，不斷生產。即係而家嗰種民主共和黨，我哋對上一次中期選舉都睇到嗰啲啦。啲朋友幫我哋數咗啲出嚟添啊。係啦，係就係有咁多個黨啦。啊，我指唔到過去。係啦，我將呢個頂置咗佢先啦，暫時俾大家睇下。唔使啦，係啦，得㗎啦，好啦，就係有咁多個黨咁啊。當然啦，對話中你不可以一曬一曬咁多個黨像，咁咪華萊士真係企咗喺度啊！因為可能佢都唔知點答。咁嘅時間咧，跟住佢咪又會話你啲就形同虛設，其實就背後咧就互通喺做樣。佢有啊，佢咪講咗下一句咯。嗱，佢下一句點啊？嗱，華萊士知道我哋江主席答咗佢，我哋唔係一個黨嘅。咁嘅時候咧，即刻轉話題。哦，咁你係獨裁者咯。佢既然佢都哇，嗰個華萊士好似嗰啲律師啊嘛，即係講完自己嗰句就法官大人，我冇嘢講啦。係啊，不過你點睇出面話你係獨裁者啊？嗯，即係佢係即刻轉下一個話題嘅。有道啲觀眾啦。係啦，跟住咧，你見唔見到江澤民嗰時咧，其實都真係好忍得。嗱，我哋點解話江澤民咧係忍得好辛苦咧？因為以當陣時我哋嗰個國力嚟講咧，尤其啱啱完咗6月4日事件。嗰、那個外國對我哋嘅制裁啊、成啊咁強烈啦，我哋嗰時嗰個硬實力又未咁強嘅時候咧，作為國家領導人，如果要繼續帶領國家行呢個鄧小平所講嘅改革開放道路咧，其實某程度上要卧薪嘗膽，即係真係要忍啊，係啊，要忍佢哋，即係要對住佢哋笑，明知好想喐佢噶啦。你都要對住佢笑，或者去賺多啲外國單，等外國嗰啲技術咧，等我哋能夠慢慢嚟到學會。娛樂佢哋咁樣啦，叫做都要，即係冇辦法啦呢個。咁當時咧，面對住咁嘅指控咧，我自己睇片咧，江澤民就用到一個即係好似即係同佢玩或者同佢講笑咁咧，嚟到依個其實英文嚟嘅，佢應該係講，即係嗰個對答，佢唔係全程用英文嘅。但是他一讲到你这下的时候他就用英文跟他说我不认同，还要弄一个很得意的手势好像这样的。这样要加强的语气对比华莱士呢，他下下这样的嘛，一句中文都讲不出。是啊，因为江主席就用这个幽默来化解华莱士呢，他下下都是这样指着你来讲的，这样的就是好像很严肃这样指着你的。那他就说反对我咩獨裁者啊？你講得出獨裁者嘅定義係咩咩？你又講唔出喎，係咪先啊？呢、這個時間咧，佢就即刻立即發揮佢嘅轉彎本色。既然佢屈唔到你獨裁者嘛，咁新聞自由咧？中國有冇新聞自由啊？點解中國嘅報紙係官辦嘅？佢即刻咁講喎。啊，呢、這個佢捉蟲啦，即係呢個華萊士唔做功課啊？咩？我哋？佢媒體淨係得官辦，就算嗰個年代都唔係啦，係咪啊？因為江澤民即刻得翻佢，喂，你知唔知我哋全國有2000多間電視台、2000多本報紙、8000多本雜誌，仲有刊物，唔知有幾多本我冇抄低喺度啊？嚇！我真係心諗啊，你華萊士淨係啊要抄低嗰個電視台個名、嗰個報紙嘅 headline， 加上嗰啲雜誌嘅 headline 啊，都靠。如果要罰你抄在中國，你都不用成世不用回美國，只是抄個標題，只是抄今個星期出的標題，是的，大鑊了。什麼鬼東西，什麼鬼東西說到我們中國的媒體只是官辦，只是得一份這樣的那些視頻呢，其實就指著你自說自話嘛。但其實說真的，如果是90年代這些片呢，
好影響到人，好影響到人嘅真係。同埋嗰陣時候，西方始終係最大嘅優勢啊，國力啊，文化啊，品味市場啊，全部都喺佢哋度。所以我就要特登俾大家睇翻咧，嗰陣時咁耐之前嗰、那個佢哋個手法係點樣啊？已經係即係點講啊？你今日睇可能好笑啦，但係以往睇咧就真係好入到人嘅。嗯，係啦，亦都睇到佢哋根本都冇變過嘅。廿幾三十年入到利君雅啦，你知唔知仲有咩屈啊？嗱，呢啲叫行嘢啦。我哋去下一張相，下一張相咧，華萊士就質疑到阿江澤民主席，誒聽聞你哋身為呢個國家主席咧，係會兼任埋呢個軍委主席嘅喎，亦即係我哋美國嘅三軍統帥啦。但我哋美國唔同你哋中國啊，我哋美國好多總統都係軍人嚟嘅。啊，我想問下你，你係咪軍人嚟噶？啊！你唔係軍人嚟噶，點解你會做到三軍統帥噶？嚟到咁樣講喎。嗯，係啊。喂，阿主席就話：嗱，其實咧，我哋咧食腦嘅呢個世界嚇、啊，我唔需要親自去射蓮子羹或者親自揸飛機咧，先至識領導軍隊嘅，又唔似得你哋咁。喂，再講啊，如果我哋今日睇翻阿華萊士講嘅嘢，阿華萊士就話咧。我哋咁多個總統咧，得一個人冇做打，即係冇當過兵嘅啫，就係、是、克林頓。喂，你如果今日睇翻呢個嘢就唔啱啦。奧巴馬有參過軍咩？特朗普都冇啦。特朗普有做過逃兵嘅，逃兵係啊，喺越戰逃兵嚟噶，好出名噶呢、這個係啦。拜登都冇參軍嘅，係、嗯、啊。即係如果要數嘅話，佢純粹係講嗰時嘅優勢攞出嚟講嘅，只不過係大部分。即係唔好話大部分啦，大概四至五成嘅美國總統咧都曾經服過兵役。阿拜登參加咗另一種軍，係啦，病軍都叫有服過軍嘅。拜登唔係拜登記錯咗自己有參加軍，佢因為佢記錯自己嘅仔咧喺伊拉克度壯烈咁嚟去咗。嗯，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嗰種屈功千變萬化嘅。呢、這個美國總統係有個軍銜嘅喎，叫做咩咩 Chief of 乜嘢？三軍統帥。係咯係咯，咁咪一樣其實。我哋就叫做我哋就係咩咯？國家嘅軍委主席咯，係啊，即係其實一樣啫嘛。咁當然啦，佢揾嘢講啫。即係嗱，你同佢認真，你就輸㗎啦。即係呢啲人就係咁樣㗎啦。即係等於同啲黃人咁樣。係啦，咁好咯。即刻咧就下多兩張啦，係啦，即刻下多兩張先，係啦，呢、這個啱啦，係啦，佢就話到咧，喂，主席，我啊想問下你喎，點解你封網啊？即係話封住個當時嘅互聯網嘅性啊？喂，你唔俾百姓上網，我聽聞你點睇啊？嗱，江澤民當時答佢咧，因為咧。嗱，呢個真係好鬼搞笑啊！答得係，因為咧網絡上咧有好多咧未經過濾嘅資訊，嗯、例如係咩啊？好似你 BBC 啊或者華盛頓郵報咧，呢啲咪要封鎖咯，係啊，因為佢哋咧好多政治嘅新聞咧係有呢、這個啊政治傾向嘅，啊、嗯、直頭當住阿華萊士咁講，所以我哋一定要封噶嗱。點解我話要飛？你個樣子都打格仔嘅啦，因為點頭先點解我話要飛兩張相咧？因為佢上一句咧唔係好出得街嘅，就係話到咧，好似有啲內容，例如嗰啲啊，有顏色嘅內容啊，即係嗰啲黃色內容，有偏見啊，唔係嗰啲啊，即係唔係政治傾向嗰種黃色啊，真係黃色嗰啲黃色，係啊，係啦，真係黃色嗰啲喺網上好多嘅。嗰啲係不，嗰啲係對後生仔唔好噶嘛？又例如好似 BBC 啊，即係將佢哋扯埋一齊啊，嚟到去咁樣回擊阿華萊士啊！嗱、嗯，喂，咁耐之前都話你 BBC 衰嘅，喂，到今日都冇變嘅喎，仲衰到今日，仲衰啫，只不過係係啦。哇，咁我哋快啲講先，時間都有限啦。係真係嗱，好啦，下一段咯，呢個華萊士咧。好啦，既然入唔到你，入埋你另外一樣嘢咧，就問阿江主席啊，你有冇聽過一個叫車輪練功團嘅嘢啊？嚇、啊，點解你要封咗車輪練功團？佢哋都係操練下強身健體嘅啫喎，點解你要打壓佢哋咧？阿、啊、江主席嗰時，你知唔知點同佢講啊？原來你信呢啲嘢㗎？你覺得自己個肚你個肚有車輪㗎？係啊，哇！你知唔知啊？車輪練功團咧，嗰個人啊，嗰個教主，嗰個教主咧話自己係釋迦牟尼嘅化身，又話耶穌轉世喎。
你真的信这些东西吗？你晚上跟他祈祷的。是啊，你会这样串回来。我华莱士当时说，不是我信，我没说信，我老友啫。我老友啫。嗱，你不要扯开话题啊，为什么你要打压他们这样讲？是啦。咁呢阿江主席都真係几老圈好快呀、啊、真係。係呀转得好快呀、啊、真係。咁好啦唉华莱士见都冇乜位入啦。咁真係无聊嘢呢啲人係真係咁样㗎。佢又问喎。佢点样问呢佢话江主席嗱我想问下你好似中国嗰啲领导人呢个个都识游水㗎喎、啊。咁样讲。咁就可能半搞笑咁问啦。嗯其实是不是做得国家主席呢都要懂游水的喂这里我懂串回他、啊。是你说的。喂那华莱士那如果做得你的仔是不是都要懂做假新闻的这样说、嗯、喂其实你數不數得出我们其实呢很多领导人真的懂游水不是说要做戏给人看。有哪几个懂啊毛主席啦。是啦。因为以前的行军打仗那个年代呢那一班老革命的戰士啊，個個都心懷絕技的嗯，係啊，咁啊，阿小平同志一定冇問題啦。仲要係由東榮喎。係啊，係啊，一定冇問題啦。即係文武相傳噶嘛。咁啊，江主席啦，江主席又係好叻嘅游水。所以咧，喺佢哋嗰啲華萊士人眼中咧，以為咧，做得即係咁上一嘅高官啊。呢啲咧就一定要學，你學嚟咧做俾民眾睇。嗱，你哋就會呢啲，你真係傻嘅大佬，你真係。華萊士又識吹水，係啦，冇錯啦。咁誒，總統就識 cap 水。嗯，我哋最多都係游下水、跳下水嘅啫，我哋中國。嗯，嗱，但係華萊士咧，最終咧都冇咁容易咧，你耍得走佢嘅。佢同你輕鬆完之後咧，問你游水之後咧。就即刻話咯，係頭先有啲嘢咧，你好似未乜正面回答添。嗱，我想再問啦，嗱，你就係一個獨裁者啦，一個集權者啦，你唔同意都冇緊要嘅。但係咧，啊，我哋就又咁樣話，六月四號你記得啦，嗰單嘢咧，好記得咧，就有個有個人啊，企咗喺個坦克前面噶嘛。嗱，以當陣時嘅嗰、那個。資訊流通性咧未解開呢樣嘢㗎，所以華萊士覺得咧，哇！呢單嘢佢實唔識答啦。嗱，你點睇嗰個坦克人啊？喂，嗰、那個嘢咧，直頭體現咗你哋中國嗰個專政㗎咯喎。嚇、啊，你點解釋咧？嗰、那個人而家唔喺度㗎咯喎。當其時啊，你知唔知江主席點講啊？嗱，就係呢個嘢啦。江主席嬲到咧，唔使翻譯啦，我而家即刻答你，我知道你講緊乜，係啦。哇！正喎、啊，係啦。呢樣嘢啊，就係、是、你哋依個 ABC 當時嗰個美國廣播公司嘅記者都問過我同一個問題，所以我絕對識答。阿巴巴拉係啦，巴巴拉係啦。喂，其實我哋而家都識答啦。嗰個人啊，阿江主席就話佢已經啊，從西班牙電視台嗰條片睇到佢已經走咗，同埋咧根據到當陣時嗰個軍方回報翻俾佢聽啊，就係、是、嗰個人一早。自己行咗去啦，都冇碌佢啦，你自己睇片啦翻去。但系嗰時好屈啊嘛，你明唔明啊？嗰個年代掌握咗喺佢哋度啊嘛啲片。係啦，跟住就話到而家呢個人咧都仲喺中國嘅。阿江主席嗰時話，但係咧唔知喺民間邊個層面，可能咧就唔知做緊啲乜嘢，就冇咗佢消息噶啦。基本上嚟講，但係呢個人冇俾人拉嘅，亦都好明顯嗰個人咧係。是那個即叫做怎樣沒有去到再翻歐他是怎樣的了就是這樣但是這個華萊士可能那陣時覺得呢這件事呢一定很屈的所以呢就搬了出來說到最後呢說了這個了是的、啊、華萊士知道自己蝕底了他立刻搖身一變我不是跟你講緊嗰個人啊，唔係同你講緊嗰個坦克啊，我唔係講緊呢啲啊，係啊，係俾人即係講咩啊？係啊，嗱，佢哋好叻呢啲噶，即係喺度有少少好似發爛渣咁樣。我係話你佩唔佩服嗰個人對你哋嗰個專政嗰個控訴嘅嗰個勇氣？我佩服你多啲，係啦，華萊士，我佩服你多啲。喂，即係你有冇見過啲咁鬼難纏嘅人嘅咧？我都真係。
唔知道會點喎？如果俾呢啲人訪問，其實都即係可能突破一鑊㗎啦。今次係啊，你又唔答得佢啊嘛？係即係嗰個年代唔得，化身到而家，我哋嘅角力，我哋底氣，仲會俾人咁樣追住嚟問。係啦，不過咧嗱，江澤民咧真係咧嗰個。那個 EQ 好高啦，喂，大佬扯火啦，俾著我都面對住啲人。咁啊，江主席最後打完場咧，就係話到咧，嗱咁講啦，我哋就充分咧嚟到尊重每一個公民表達自由表達權利，只要咧佢唔係喺嗰啲搞事嘅時間，即係唔係專登嚟搞事，或者合法啦，係啦，係咯，或者咧喺我哋政府危急嘅時間嚟到專登咧。佢想唱一啲反調大方向嚟到影響民眾，咁樣就得噶啦。個個人我哋都佩服嘅，都未答完去咯。呢個咁樣，你可以翻屋企啦，阿華老師。其實咧都對佢好好噶啦，客氣，真係。咁我哋終於咧可以完成到我哋嗰個江主席大戰華萊士嘅呢一集啊，係啊。咁啊，亦都超咗時啦。哇！如果你真係做一集，江主席，係啦，我哋。即係當係為到江主席嘅離世咧，做翻一個心意俾佢啦，係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嗰個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先啦。好，週末愉快，拜拜，拜拜。